Good morning. My name is Lee Sing Man, but all people call me Uncle Man. I every day inside this park, Kowloon Walk City Park, use Canton language, Mandarin, and my Chinese English talk about our park, the history for anyone. You're welcome. 嗱，咁我哋寨城公園咧係香港唯一一個古蹟園林公園。咁自從我哋公園開咗幕第九個年頭之後咧，政府將佢歸納為十大景區之一嗰陣時，點知就好唔好彩，我哋香港有位自負學術地位好高嘅何先生，居然間佢認為佢自己孭住博士銜頭喺度教，咁就當然要連串埋一群負責某部門嘅官員，而唔想動腦筋，又有人喐手幫自己做，放手俾佢做，就中曬招。佢居然間用周刊記者做過一次訪問，話寨城公園所有對聯唔合規格。點解我咁清楚呢？因為他們好不好彩，當日個記者就訪問著我。我告訴所有人聽，任何人都是會不了了之，但在我來講就根深蒂固。我當日就即時駁他，我說先生，九年，我不相信這九個年頭一個學者都沒有來我們公園行。我說我們有些鏡屏電腦打錯了字，這麼小隻，啲群眾都拎埋書嚟對質，都要你改翻正，何況對聯咁大隻字咁多眼，而係一個人都冇發覺佢有問題，而係你一位仁兄發覺佢全部唔合規格，呢、這個冇可能成立嘅嚇。咁、我解釋俾人聽咧，我哋康文署好啲所有導賞員都唔會提呢樣嘢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哋公園喺1993年德國園林設計博覽會可以攞到設計嘅優異獎，呢份係中國人振奮嘅一個獎項。點解咧？我話俾所有人聽，呢個地球近呢二三十年，中國人喺體育運動上可以攞到獎項之外，其他根本係冇可能有獎項俾到你。仲係你首屈一指嘅園藝設計，居然間可以攞到設計獎，佢哋都唔提。我話俾所有人聽，人肯定會死一次嘅。譚敏叔死咗之後，呢兩樣嘢肯定唔會再有人講。之後佢都係變成歷史噶啦。所以我都希望有群眾，亦都已經好多好多人都同我講過，希望有時間嚇、我將呢啲嘢講一講，等佢喺某個位置播。我仲希望係政府同我搞呢次訪問嚇，咁 等日後所有多啲人知道呢兩樣，一個令人振奮，一個令人唏噓嘅結構。咁當然啦嚇。好多好多外國的朋友嚟到都是讚我哋公園好靚嚇，當然最嚟得多的外國人，我亦都話俾啲日本朋友聽，就係日本群眾。我亦都曾經同啲識得講普通話的日本人傾過，就係話俾佢聽，寨城公園嚟得最多的外國人就是日本人。你估佢點同我講呢？他說他了解，他很多朋友都希望來到香港九龍寨城公園，了解一下當年他們的軍隊是怎樣對付外國人。很概括，並不是籠統的中國人，因為他們對東南亞一帶，除了他們自己本國之外，都造成很大的傷害的。那平民百姓根本可能不清楚的真實情況，所以他們居然間是來這裡了解。當然現在我們看到這座模型也都是一群日本的考察隊設計的，當然做是中國人做的、還有一樣很誇張的是什麼呢？就是日本人居然間比我們中國人早出一本有關寨城的書籍。
我亦都有幸睇過呢本書籍，就係同你哋都係大學機構，就係浸大有位導師帶同學嚟上課嗰陣時，我見到佢手揸呢本書，即刻追住佢，佢又好好彩，佢肯借俾我睇，亦都影咗唔少相嘅。不過就嗰陣時嘅菲林機，而家揾唔翻啲菲林啊，攞命啊！咁啊，我哋呢座模型係相當精彩。同樣呢幅畫亦都係日本畫家畫嘅，係邊一個位置呢？就係我哋睇到嘅金呢、這個模型金色嗰行大廈，亦都係寨城裏面嘅龍津路嗰一類大廈嘅剖面圖。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呢個呢？就係因為我哋1992年賠償曬俾呢度啲居民，佢哋肯搬走之後，我哋係由民間再邀請呢隊考察隊過嚟做一次總考察。你哋會問我點解中國人嘅地方要勞動日本人過嚟幫手呢？就係被叫做三不管年代嗰幾廿年歷史，除咗住喺呢裏面嘅居民夠膽出入之外，其他區份嘅居民都唔敢入嚟。但係吹噓得呢裏面好烏煙瘴氣，咁就吸引咗呢個地球嘅好特別嘅一個民族，就係大和民族嘅日本人。因為他們有一個結構就是很特別，你越神秘的地方他偏要去了解，所以經常一隊人一隊人入來進行考察，所以對這裏面的資料相當豐富。我們賠償了這些居民，他們肯搬走了之後，我們都希望做一次考察才將這堆東西拆了。說回頭，為什麼這堆東西一定要拆呢？當年我們拆這些300多栋大厦嗰阵时，我哋嘅资料显示应该系全部系350多栋，因为只得29,000平方米，仲要包括中间凹咗落去有两座建筑物吓，挨我哋呢边嘅咧，你见到三横四直嗰堆咧就系我哋嘅衙门，呢度可以起到超过350多栋大厦，这个已经系好密好密嘅一个建筑群啦。但是呢，我哋好多導賞員都係話俾人聽超過500。咁我亦都問過處方，點解佢哋要將個咁大嘅數值話俾人聽？係咪大數值係驚嚇啲呢？係吸引多啲人嚟睇呢？但佢哋冇交代。所以呢幅畫我話俾所有人聽，除咗呢個畫家畫得好，亦都將重現翻當年寨城裏面居民嘅生活嘅點滴畫咗喺呢幅畫度之外，佢仲揀咗一棟最高嘅大廈，居然間畫有人喺度砌緊屋喺度，有乜用意呢？係話俾人聽呢扎嘢除咗冇打裝，得三埲牆之外，仲係不停咁加高上去。我就解釋俾群眾聽，你將呢啲不停加高嘅數據加起上嚟，就肯定超過500。咁點為之三埲牆嘅大廈結構呢？嗱，大家睇睇嗰邊有一幅紅街磚。紅街磚係乜嘢嚟呢？設計師謝俊佳老師勘探到嗰度就係寨城最細嘅兩棟大廈嘅平面。佢重鋪翻出嚟，係話俾群眾聽點為之三埲牆嘅大廈結構。嗰度兩座建築物，中間埲牆係共用噶啦，所以你有條件喺天台跳嚟跳去嘅。咁日本畫家亦都係咁樣畫法啊。咁至於聽下大家去睇到嗰邊有幅四方框牆圍住凹落去，你哋見到鋼筋水泥地基係邊座呢？就係呢座大廈嘅平面嚟啦。但係裏面所有花崗石，包括嗰條水溝，全部係瞓咗喺嗰度超過165年嘅出土古蹟。是什么来呢？是旧的寨城的南门出入口，还有部分埋在地底，没有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仅有一堆城墙的基石。至于那条水沟，我都说是古迹。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是排污水出来的污水沟，现在很清晰的地下水沟。出土了那部分之后，我们公园就改了设计。我们公园再不是29,000平方米，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加大了2,000平方米。亦都決定將而家我哋睇唔到，聽下有機會可能去睇到嘅，有個叫腰山樓嗰個建築，我哋設計本來係南北嘅，而家就係改成東西。點解喺呢度加大咗2,000平方米？
決定將它由南北改成東西，就是希望騰出多些地方讓群眾去緬懷這個出土的南門懷古，亦都決定保留個咁搞笑的鋼筋水泥地基，讓群眾去緬懷當年這座大廈的結構。一路到出土埋兩塊中文石額之後，這裡就肯定要改回這個名字，因為歷史上公元960年即是宋代開始，這裡都叫九龍寨，亦都是個曬鹽的鹽場。我們早輪沙中線宋皇台地鐵站出入口那裡就出土了宋代的方井，咁史學家就話咧，就係嗰度以前就係聖山嘅所在，就係、是、皇帝呢、這個係宋朝最後兩個皇帝走難嚟到香港嗰陣時，史學家話佢哋唔會係一二十人走難，而係整隊軍隊二三百人，咁佢哋就聚腳喺嗰度，所以要揾水源，首先就挖井，所以就有宋代嘅方井喺度。咁同時咧，亦都證明咗係官府鹽場嘅起點，一路成個灣拉到過嚟我哋呢邊都係叫官府鹽場嘅。咁直至到清朝道光二十七年，即係1847年，將個城寨起好之後咧，就喺九龍寨後邊加多個城字，所以九龍寨城就係原來個名嚟嘅嚇。咁因為塊石額有年份刻住道光二十七，咁但係聽日當你哋去睇到瞓喺長腳白色長腳斜斜地斷開兩字嗰、那個龍津二學個招牌嗰陣時，你會鬧我啦！喂，嗰度刻住道光丁未貴秋喎、啊，咁究竟邊個真啊？都係嗰年，我諗你哋都知道中國人嘅曆法係用天干配地支嘅。啊！甲乙丙丁就十個，嚇、啊、子丑寅卯就十二個，所以你哋都會聽過這個六十一甲子，因為一個十一個十二，如果一個循環咧，就啱啱係六十年，所以有六十一甲子呢個稱號。咁但係再講翻嗰塊學校招牌嘅左手邊，即係個學字嗰度，你又會鬧我啦。全人類都知道，而家香港包括深圳都叫保安院。哇，嗰度作住新安，你都夠膽話喺呢度嘅嘢？冇錯，新安亦都曾經俾呢度做過一個唔短歷史時段嘅名字。咁幾時改呢？係民國政府成立初期就驚同河南省新安院撈亂咗，所以決定將舊名保安拎翻出嚟用，一路用到而家嘅嚇。咁、啊、我哋再睇睇呢座墓形，你睇睇呢三座建築嘅比例係一樣樣嘅嚇。我哋中間凹咗落去，而家我面向嘅左右手邊三橫四直嗰只就係衙門。呢兩座就係頭先講嘅紅街磚嘅平面。咁嗰邊就係四方框牆凹咗落去，見到鋼筋水泥地基就係呢座。你睇呢個品字形同而家我哋嘅比例係一模一樣啊！咁嗱，至於呢度啲原居民話過俾我聽咧，呢度最高峰期咧只得三棟大廈有電梯嘅啫。咁我諗你哋都可能聽過，以前有一本英文書叫做《City of Dudley》。咁啊，好好彩，當呢位作家應該係舊年年頭，佢翻嚟香港準備再出下冊，因為佢話佢仲有好多債城嘅資料未發表嘅。咁咧就有份報紙嘅記者就早幾年同我做過訪問，咁佢又知道我喺呢度做義工，介紹呢度嘅歷史俾群眾聽嘅。咁佢就約埋我去認識呢位記者，咁希望我喺佢口中聽啲我未知嘅嘢，亦都希望佢喺我口中聽啲佢未知嘅嘢。原來真係都有啲佢未知嘅，因為係廿年前啦嚇。咁、啊、所以我話俾佢聽，有三棟大廈有電梯嘅，佢話唔係得兩棟。咁原來最後嗰一棟咧，佢係未有資料嘅。係邊三棟呢？就係、是、一個就係西北方嘅東頭大樓，東頭大樓。啊、有點綠色光嗰、那個，係、哦、嚇。咁、okay, 啊、另外咧就係、是、合益二期，
但是合益二期的群众告诉我你要上到三楼才有得坐的，那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楼下是纺织厂。咁最後呢就係、是、最新嘅應該係呢座啦，因為嗰個外國記者就係冇呢一棟大廈嘅資料嘅，呢、這個係合呢、這個合興樓嚇、啊，就係、是、呢三座大廈有電梯嘅啫。咁據講咧，住近有電梯隔離左右高層嗰啲居民咧，佢哋唔會咁笨行路上屋企噶啦，係搭電梯上到天棚，天棚度過天棚，天棚過天棚咁樣翻屋企嘅。咁當然啦，低層嗰啲冇理由咁笨落咁多層噶嘛，咁啊行上去啦。嗱，咁我哋呢裏邊咧就係好多好多秘密通道嘅。你睇呢幅圖都已經好多秘密通道就睇得到。嗱，譬如我同你哋是但一位係樓上樓下嘅，咁因為啲樓梯咧唔知兜到邊度先有，我經常整啲嘢俾你食，你又經常回敬啲嘢俾我食，行得到嚟。那碟嘢都凍曬，所以我哋商量過，居然間可以喺地台度挖打個窿，咁就可以將啲啊食物互贈噶啦嚇。所以呢幅圖好精彩。咁仲有咧，我話俾人聽，我喺讀書嗰陣時，1963年，我亦都入過嚟。點解我夠膽入嚟呢？因為我本身鄉下長大嘅。我鄉下是南潘順的番禺，我們鄉下的街道就是用花崗石俗稱麻石來鋪砌的，我們經常緊記住伯爺婆教我們出夜街的口訣，污泥白石光水淡。我在這裡講的時候，原來有些年輕仔女都聽過，我問他們為什麼，他說他們上爬山運動的時候導師講過的。為什麼是污泥白石光水淡呢？你夜晚黑出街烏蒙蒙的，那些你就不要插下去，肯定是泥漿飯。那光的呢就是水淡、啊、就是一灘水在那裡，又是不會插下去。那唯一白色的就是花崗石，你就可以插下去。那我知道這裡面的街道都是用花崗石砌的，所以才夠膽在心口掛個勇字就入來。誰知我當年真的不幸運，入咗嚟冇几耐，就碰到一个瞓咗喺街度，居然间抱住我只脚问我攞钱嘅吸毒者。因为我当年咧，我唔知佢嘅程度严重成点，但我啊嗰阵时都算叻噶啦，我谂到我唔应该胡乱伸用只手去掹走佢只手，惊佢俾佢扯低咗，我连走嘅机会都冇。咁啊，只係用腳揈甩佢，可能佢好嚴重嘅，揈得幾揈就揈甩咗。啲朋友問我：咁你走咯？我話唔係啊，我都認唔到入嚟條路點走啫。但係我一心係嚟揾同學，咁我繼續向前。你仲夠膽繼續向前行？我話梗係啦，因為希望揾到佢帶我走嘛。咁啊，但係咧就做多樣嘢啦，就猛嗌我同學個名。咁啊～行多冇兩三分鐘，又多個咁嘅情況添。嗰陣時就聲都沙，不過好好彩，聽到一把好熟嘅聲，你入嚟啦咁。我仲傻更更咁拎個地址，街名唔記得啦，10號2樓。喂，冇樓梯又點上？我話點入啊？佢你入啦。佢又懶又唔肯落嚟。我淨係見到個門口一家人坐喺個廳度食緊飯，晏晝嚟噶。我点执？咁佢又唔落嚟，我焗住硬住头皮行入去。原来冇人理我嘅，好搞笑。穿到过去后边，先至有一条好简陋嘅船梯、啊。原来一堂船梯可以管三四座大厦嘅。咁我喺度谂佢哋点搬嘢咧？点解咧？因为级级可以睇通晒嘅。咁啊，坐咗一阵，我就叫佢带我走啦。啊，咁我喺呢度做义工之后。聽到陳長全先生講呢裏面原來真係好多秘密通道，咁我亦都話俾人聽，我當年行嗰條就係秘密通道啦。嗱，仲有一樣佢哋好多都唔提嘅，呢裏面根本係一個好融洽和睦嘅小社區，同時裏面乜都有。如果你唔苛求裏面，唔使出嚟買嘢都得。我剛才都提過，大型到紡織廠都有，什麼加工工場都有，士多又有。
是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 自给自足的、啊、那为什么融洽呢？因为就是因为秘密通道这个情况、啊、他真是夜不闭户的。咁點解呢？因為佢哋認為冇乜嘢值得俾人偷。如果大件嘅嘢，你外嚟嘅人，你冇理由拎住件嘢行得出寨城，你根本都揾唔到條路出去、啊、另外咧，佢哋就認為，如果大件嘅嘢唔見咗，可能係隔離左右拎去用，久唔久就肯定喺翻原來個位置噶啦。咁仲有一樣最大原因就係佢閂咗門，人哋翻唔到屋企。調轉頭，人哋閂咗門，你亦都翻唔到屋企。咁仲有一樣咧。我话俾人听，佢哋唔可以渲染得咁紧要。我哋要将真实嘅一面话俾人听。头先都提过呢度系一个好融洽嘅小社区。我净系举一个例俾群众听嘅啫。众所周知呢度啲水系上唔到楼嘅。啊，譬如我同你系高层嘅住客，同埋一层。我落街嗰阵时，咁嗱，老实讲，当然我屋企有水啦。如果冇水，我梗系玩水俾自己啦。我屋企有水，我臨落街之前問你使唔使攞水，你話好啊，咁我同你拎定隻空嘅水桶，落到樓下寄放喺啲士多度，我翻轉頭同你玩桶水上嚟，你話俾我聽，而家有邊個國家、邊個地區、邊個社會、邊個小社區可以做到呢樣嘢？呢類便就做得到呢樣嘢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唔應該渲染得咁交關。咁講翻轉頭，我哋衙門點解可以保留得咁完好呢？咁大家都聽過啦，三不管年代嗱、啊，並唔係我哋某部分導賞員話俾人聽，強調黃賭毒係三不管，基本上係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香港政府。如果當清兵被對面海的英軍嚇走了之後，這三個政府是第一個政府接管了這裡，肯定不會有日後的三不管年代的出現。問題就是他們沒有人接管這裡，變成就空城，就任由平民百姓湧進來，霸住清朝剩下的平房來居住。當然有錢的肯定拆了來改建樓房。他們很搞笑，初頭好起好矮，但是後期入來呢，見人家起得高呢，他又在夠膽自己一兩層又加一兩層，三四層又加一兩層、啊、不停地加建上去，根本已經沒有打裝了、啊啊、還是得三埲牆。為什麼三埲牆呢？剛才都提過，不要再浪費時間說、啊啊啊、當然說回轉頭，回應回我當年1963年入來，肯定不是現在這樣的虛陷的環境、啊、你基本上差一兩年已經個環境完全不同了。啊、那就这里面的平民百姓真是急需的物资来糊口、啊啊、唯一帮到这里面的平民百姓是什么呢？两个神职机构的神职人员、啊啊、一个呢就是唯一一个中国人的传教士刘芝山牧师入来搞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是恩光诊疗所，赠医施药的，亦都搞了一个恩光青少年中心，等区内的青少年呢就不要通街去做些不等使的事，等他在中心度做下活动。听讲这个亦都是听讲，亦都是今时今日救世军组织的前身，是不是就代查我都是听回来，但是我都希望将这个情况告诉别人听、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返转头，刘芝山牧师在前年10月26号不幸过了身、啊、今天入场、啊、就另外一个神职机构就是圣公会圣沙堂，就用了我们衙门做一个发放救济物资基地给寨城平民百姓，所以它保留得这么完好。但是呢，你看到有三个不同颜色结构的墙呢，就是当年拆围住衙门这圈大厦的时候，那些砖墙倒下去压坏了，我们找不回属于衙门本身的砖。讲起衙门本身的砖呢，你们可以留心一点看看，我们公园大把青砖，
是当年一次过在国内一批买过来，要衬翻我哋衙门嘅灰瓦粉墙嘅结构，所以决定用青砖嘅。咁你睇我哋好多嘅青砖嘅 size 同衙门嘅青砖嘅 size 系唔一样嘅。我哋衙门啲砖咧系比较薄身啲、长身啲，但我哋成日见呢啲系厚身啲、短啲嘅。咁亦都前一段时间咧，有位群众解释我哋听，原来衙门嘅砖块系明代嘅砖嚟嘅吓。咁當然佢冇講詳細，但係我哋收到嘅資料亦都提供俾群眾，希望有啲群眾了解到，可以提出嚟證實係唔係明代嘅磚嚇。咁咧就所以佢保留得咁完好，冇俾人拆。咁你見到黑色間咗白線，裏面有幅牆藍色間咗白線，同埋有一間房。你哋見到有個小食亭嗰間房，即係寫字樓嗰間房，全間白色嘅，白色嗰個成間冧曬㗎啦，係根據佢原來嘅規格砌翻出嚟嘅啫。咁設計師點解用呢啲唔同顏色嚟話俾人聽呢？我哋唔可以重現唔屬於佢本身嘅嘢，但係當你入到去，頭先我提過係青磚嗰啲，如果你見到咁厚嘅白灰咧，嗰啲係加固嘅，因為當年亦都冇啲咁精彩嘅白灰喺度嚇，只係嗰啲好薄好薄一陣，但係佢可以砌到好堅固。咁當然啦，門口嗰副對聯。好多群眾識嘢嘅，或者自己家鄉有個廟同埋有個祠堂有個官衙嘅咧，佢哋會認識呢副對肯定假嘅。點解呢？我哋中國歷古以嚟嘅古建築，只有廟同祠堂啲對聯先至係掛喺門口左右嘅啫。有對聯啲官衙啲對聯喺邊咧？係喺呢啲石柱呢度嘅嚇。咁啊，但係呢個官是小到連審案資格都沒有的九品副官。嗱，講翻轉頭，我哋成日俾啲電影電視誤導嘅，乜嘢九品芝麻官？我未帶過啲專家行之前，我都照講俾人聽。我先後唔同年代帶過兩批，原來來自北京嘅大學教授，佢即刻更正我，七品已經芝麻官，幾時數到九品？咁我早段時期咧，亦都喺深圳衛視台度睇過一個資訊節目，就係講清代有一位文學家叫做吳昌石先生，呢個可以查證啦嚇。咁咧，佢就話佢係一個书法家、画家，原来那里讲到呢，他本身是一个算客家。那再讲讲什么呢？他说他有个同村兄弟用钱捐过一个七品芝麻官给他做，那证明七品就是芝麻官。那同时呢，我在这里想着为什么艺术家可以做官那么奇怪，谁知他再讲我就笑出声了，原来他回了两日工就没再回了啊。咁啊，嘥咗嗰筆錢添啦嚇。咁啊，呢個雖然係題外話，都係可以證明某一樣嘢。記住，九品唔係芝麻官，七品已經芝麻官。我哋呢個官衙仲係從九品，從係跟從用，即係九品嘅副官。佢除咗冇對聯之外，更加冇可能有橋可以代步。你再望下呢兩嚿橋嘅物體，大得咁凄慘，我一個人住都得咁滯。原來聽佢哋資料顯示咧，係當年有位 Auntie 就對住真嘅橋影嘅相，但係做咗一樣好緊要嘅嘢，唔記得企個群眾喺頂橋側邊影嘅相，咁就冇比例冇尺寸做完出嚟就咁巨型啦。咁我話俾人聽咧，佢淨係浪費咗工匠嘅心血嘅啫。點解咧？因為佢有分男女嘅。咁因為當年啲女士啲服飾咧就比較誇張啲，所以門口闊，亦都唔方便將自己嘅腳步抬得咁高，所以矮地抬闊門口。換言之，我哋而家面向望嘅左手邊呢個就女嘅。咁你淨係單睇外形，你已經知道佢係比右手嗰個矮啲嘅。咁右手旁呢個除咗佢外圍高啲之外，佢門口窄同埋地台高之外，佢仲有兩個位置，你哋聽下可以埋下去睇下，有兩個好細嘅露台，擺放代表佢官衔嘅燈嘅小露台嘅嚇。咁啊，
嗱，我哋唔好晒啦，我就唔怕晒嘅吓。至于我哋门口两支炮嘅历史咧，就比呢度仲耐。你听日可以埋去睇下或者摸下，由炮口数埋去第二段，上下都有字喺度嘅，刻住咩嘢呢？嘉庆七年。咁我经常咧用啲比较轻松啲嘅，或者有啲题外话系带翻开，等啲群众就有个容易记得嘅概念。嘉庆七年就啱啱有套电视片集《金枝玉叶》所发生嘅历史年代，亦即系西历嘅1802年。你计下，超过210几年。咁呢两支炮未嚟寨城之前，佢驻守边度呢？我想你哋都知道，香港有个地方叫做西贡，佢就喺佛堂门。嗱，我当你哋唔知道门系乜嘢嚟，我哋中国历古以嚟，两个山嘴伴住嗰段水道都叫门。我哋香港最有名系呢个鲤鱼门吓，咁亦都有急水门，咁亦都有屯门吓，咁。中国我想最大的呢就是我们广东省的虎门，因为两个山嘴的距离是相当大了。也都听他们说这两支炮从未开过，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海盗通常都是由鲤鱼门入来，很少由西贡那边。驻防九龙炮台肯定没有资格开，为什么呢？一开就是打对面海的英军的了。但是有些人说他假的，咁點解呢？我哋以前炮口冇封嘅，啲群眾乜嘢垃圾都塞入去。我亦都親眼見過有兩位飲啤酒嘅群眾，飲完啤酒之後擺個樽喺度一拍，佢就爽啊！裏面生一聲，即係碎曬。咁我哋為咗清曬啲垃圾出嚟之後，唔再俾人哋再塞垃圾落去，決定用阿卡力封咗佢。咁點解啲群眾話佢假呢？因為眾所周知，炮都係有炮塔嘅，我哋用木架嚟晾，所以啲群眾就話佢係假嘅。咁但係點解係用木架晾呢？嗱，你哋第時去睇任何古蹟都好，唔屬於城晾佢本身嘅物料，係設計嗰個人話俾你聽，佢唔係嗰個位置嘅。我淨係講一樣好簡單，硬黐線嘅人都唔會將啲炮裝喺自己屋門口，係咪？博人哋轟自己間屋，所以佢用咗木架嚟承晾嚇。咁同時，聽下你哋行到去十二生肖嗰度，仲有一支一米長嘅炮，點解佢踎青磚呢？有炮塔咁啊，頭先都提過。咁就係因為我哋差唔多公園起好嗰陣時，喺第三進地底挖出嚟，都冇地方安置佢，咁啊唯一就擺咗喺十二生肖嗰度，就用青磚嚟俾佢踎。咁仲有好簡單，你而家望入去第二進石街有兩隻瑞獸，佢都係踎青磚嘅。點解呢？話俾人聽，佢唔係原來屬於這個位置，但係我跟過兩，頭先都提過，跟過兩先後兩對北京嚟嘅大學教授話，我初頭就照普通群眾咁，但係因為我識講普通話，點知原來佢咁猛嘅嚇，佢淨係一睇到呢副對聯已經衝入去拍攝一隻狼門，叫佢馬上拆。有啲群眾問我點解又話馬上拆，而家仲喺度咧？我話香港就係咁噶啦，你講你的，我做我的，或者可能佢未識聽佢講普通話，或者佢講得大聲嗰頭都唔知佢講乜嚇。咁另外一團仲話呢副對聯不知所謂，我亦都解釋俾群眾聽，呢位何先生夾硬換走曬呢度對聯嚇。他就話藉口話呢度對聯所有都唔合規格，我解釋俾人聽，呢個就係一個代表嘅反面教材。我話呢副對聯得十隻字對得到嘅啫，就係上聯嘅域外龍兒對到下聯嘅村中燕子，同埋底下去來嗰兩個字，其他一竅不通。所以我哋導賞員解有啲導賞員解釋呢副對聯俾群眾聽咧，我會鬧。點解呢？我話人哋都叫拆，你仲解俾人聽？佢話群眾問，哦，佢問你咪話俾佢聽係假嘅咯嚇。呢個係衙門，係冇可能有對聯喺呢個位置，仲係個官世成咁。你如果唔講咁多，你話係有人夾硬掛落去，或者可以介紹埋佢個名俾佢聽，等佢哋知道原來呢位先生可以搞啲咁嘅品種。原來我曾經帶過不少嘅遊客都用
民棍嚟形容呢位先生。我话哇，我嬲得佢好交关，因为佢换走呢度咁多嘢，我都未谂到一个好贴切嘅名词形容佢。咁终于旧年年底吓，康文署终于肯培训个新一批导赏员，哇，好精彩，有好年轻嘅，有啲年长嘅。我谂住佢会有啲普通话导赏员，有啲英语，点知大失所望。当日谢老师，谢顺佳老师，亦都系寨城公园嘅总设计师，佢居然间邀请埋我出席。到开讲嗰阵时，佢直头介绍俾群众听，敏叔系我助教。哇！我成个飘飘然。所以落咗堂之后，我同埋阿萧国健教授一起去食饭。我第一句问佢，我话点解头先你咁介绍？佢话你喺寨城做咗咁多嘢，佢话你冇留意当日在座有康文署两个高层人员。佢话我希望佢哋心目中有你嘅位置喺度。佢话再嚟咧，就希望啲新一批导赏员唔好有问题，唔好再问嗰啲吓，认为系可以讲系不知所谓嘅导赏员啦。同时佢话佢自己都会好忙，佢话有乜问题最好问你啦吓。咁咧就亦都喺食饭嘅期间，亲耳听到佢哋讲。看下怎樣平反回文字獄，終於用文字獄來形容這位何先生更換寨城的東西。他除了更換所有隊聯之外，就更沒有品的就是最後連照壁都換得8899。為什麼是8899不是換了呢？有兩篇都是他死對頭謝順佳老師的書法，但是是名家作品，他不敢動。一篇是什么呢？是东正道，记住东正道入来的东正门，我们地图印了十几年是东门。我最不抵得就是所有护卫员拎着个 walkie talkie 都叫东门，有什么事东门，什么东门多少人。那外面假面大道公园，整个公园有 walkie talkie 的保安都听到，就影响到全人类以为寨城真的有个东门。我告诉康文署听，条石柱是作住东正门，你地图印了十几年是东门，东正门都不对，东门都不啱的了。那几时改呢？夸张了，就是早几年隶属香港第39届艺术节，有一群欧洲的艺术家用了寨城公园，夜晚黑用声音和灯光搞了一个艺术展，叫星光园。声音的声，光亮的光，园林的园，英文是 PowerPan 啊，好精彩。所以我自从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不是这个结构，而是由这个结构带起一个问题之后，原来摆上网讨论，康文署才害怕的。为什么呢？他入场券印晒东门，有群年轻的后生仔女精彩摆上网讨论，我们去到寨城公园找不到东门，他马上改版。我说你们是不是收家，我揼了你们十几年你都不改，人家摆上网讨论你就即刻改。我根本那里是东正门，你叫保安改回正多个字得不得？为什么那里不是东呢？你想知道个真正的方位，你望望我们十二生肖只鸡的嘴指住就是正东，那里只不过是外面是东正道的大闸，是可以给货车入来。现在讲回那条通道，为什么我们是光明路不是光明街呢？那条以前就是光明街的所在，我们不敢忘记历史，亦都不应该夸张历史。以前真是光明街很窄的，为什么光明法呢？日以继夜点着蜡烛灯火来吸毒，感光明法。我们里面公园现在见到的路牌全部的名字都是用他们原来自己改的，用到最靓的名字来改些最污的东西，光明街就是其中一例。现在我们那里真的被货车可以将货物直接车入来公园，所以改了光明路。你们在那里一集口一入来就见到有块照壁，
用砖砌的一幅墙叫照壁或者影壁，是油白色的。现在我们园林的照壁影壁是象景的，你都看到那幅照壁印刻了四个字，20寸高的海滨周老。原来这幅墙是在学校前面的，那几个字是米几高的。咁呢四个字系点解呢？顺便讲埋啦，费事听下再重复吓、啊，就系话俾所有人听，我哋呢度虽然地方偏僻，海滨州，记住系孟子故乡，鲁系孔子故乡，同属山东省吓，唔系净系话鲁系讲山东，州系孟子故乡，鲁系孔子故乡。我唔明白点解我哋导赏员从未解释过周同鲁两个字嘅意思俾人听，佢哋净系照镶喺嗰块照壁右上角嗰块铜牌内容，嗰块铜牌唯一一个正确就系、是学校大智大道之所。咁你讲完，我话你唔使讲人识字嘅，睇完都系唔明周鲁。但系如果调转头，你解释咗周同鲁俾人听，人都知道系乜嘢一回事吓。佢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呢度虽然地方偏僻，但系呢间系学校。如果我哋学生用功读书，一样有资格、有条件出到孔孟咁高学问嘅人吓。咁佢我而家讲紧咧，唔系呢四个字，顺便交代埋佢啫。咁问题就系佢背面嗰篇文章，就系阿谢顺佳老师揭露一个中国教授陈从周教授写嗰本书《中国园林谈从》，揭露咗一段话俾群众听，寨城公园嘅设计框架就系呢篇文呢段文章。陈从周教授，中国一个有名嘅教授，佢唔敢铲。另外一篇咧就系、是、大水池对住林阿王羲之嘅《兰亭序》，佢更加唔敢喐。其他全部换走晒。首先嚟换就系我哋嗰个《观音心经》。咁我走埋去问啲技工，点解要换？咁佢答我，佢话我哋都唔知点解要换。香港境内80%以上公园嘅照壁都系佢哋团体做，喺福建泉州做过嚟嘅。咁佢再讲，我就多嘢问啦。佢讲咗句乜嘢呢？佢话但系换落嚟都系有问题嘅。我话有问题，点解你哋就唔提意见呢？点知我呢句说话就触动咗佢，佢谂翻转头当年同何先生哋嗌交嗰个场面。佢话冇得俾我提意见，佢用普通话讲到闹到晕，我谂系好严重啦，好少用到闹到晕出声。佢讲咗句咩呢？佢话先生，你哋拣呢种石刻咗出嚟要上色，先至易睇内容嘅。天啊！原来言下之意，佢连石都未识拣。我哋传统嘅照壁个石面系黑掹掹，唔系刻意搞嘅。相对黑出嚟里面白出出，一个黑白嘅对比，任何光源都睇到。而家佢哋拣呢种石咧，系灰色面，亦都黑出嚟唔够白。咁啊，所以佢提议佢上色，群众先至易睇吓。咁我经常我都孭住搭重力力嘅相片嚟同群众对。质嘅吓，咁啊，仲有一样咧，佢跟住讲，佢话嗱，我哋中国人写毛笔字只有行气嘅啫，冇平顶平底嘅，飞龙在天，你见大人八只字，居然间系由顶度落嚟。你再读下飞龙两个字同大人两个字嘅字距已经好明显，所以一左一右刻咗出嚟，相差成7-8寸都有嘅。佢话仲有一样破得好交关嘅就系、是、个印章，并唔系就咁喺石面刻上去，而系挖落嚿浆，刻咗落嚿浆石，挖个窿藏落去。不规则同规则都系咁样做嘅。听下你哋可以全面去睇下呢啲对比下吓，咁咧就原仲有一样好。离谱嘅咧就系佢而家换落嚟呢啲咧，即系云石咁厚嘅啫。原来传统嗰啲成3寸厚咁滞嘅吓咁咧就嗱，学校讲完，你会问我呢副对联都系学校嘅遗迹遗址，点解副对联会有颜色，招牌都冇颜色咁搞笑咧？冇错，都系古迹，副对联都超过120年。
但是学校超过165年，换完之后是45年之后，有位学者就用了学校的名字，每一句的第三个字就是学校的名字，其有农夫卜他年理化交腾，尽使蛮烟胆雨。什么是蛮烟，什么是胆雨呢？自古以来北方人都通称南方人做南蛮，这里又靠海，我们对面那楼以前已经是海滩来的了、啊、近海多了一种水上居民，人人都给个称号叫胆家或者胆民、啊、我们不要读胆，正确真是胆，我们不是 何先生那些 要正音不要读懒音，而是他根本是这样读、啊、你看看作者专登用烟和雨来形容，有什么深长寓意呢？是告诉人听南方人被人看不起的情况太过普遍了，好像烟和雨那么频密。咁嗱，有句说话呢，我諗大家都听过或者可能曾经用过，升价你若龙门升价10倍，点解作者唔用呢？作者认为跳过龙门嘅鲤鱼都仲係鲤鱼一条，个变化唔大，所以佢决定用咗一个好精彩而个层次好高嘅变化嚟形容啲接受个学问嘅人，决定用咗理化交腾四个字，由一条普通嘅鲤鱼变化成一条翻江倒海嘅巨龙。咁如果有啲群众讲到呢度佢都唔明嘅呢，我仲用个比较粗俗啲嘅言辞，由虫变龙佢会明㗎啦。咁、啊、下联视之尊也，愿从此愿寻流索，平分苏海寒潮。苏东坡被贬海南岛，记住係被贬，并唔係我哋有部分导赏员话俾人听苏东坡去咗海南岛做官，韩愈去咗潮州做官，係被贬。边个喜欢去山卡拉地方做官呢？是被贬，所以有苏海寒潮。咁你会问历代咁多文学家唔拎嚟举例，点解单单拎用一堂一宋呢？因为佢哋两位当年被贬嘅地方都系广东省境内，海南省独立系近呢20年嘅事，系边一年呢？系1988年4月独立嘅海南省啊。咁啊，咁我哋通常所有古代的大型建筑物前面都有幅这些砖砌的墙叫照壁或者影壁，刚才都提过学校前面那幅照壁就有四个大字海滨周老，但是它旁边还有一座单一栋的建筑物，是整个军营最高的一个单一栋建筑物，是什么呢？是灰星阁。咁問題呢，謝老師話俾我哋聽，寨城公園嘅設計就冇樓冇閣，聽下先解釋嗰個點解叫腰山樓啊。咁頭先講到寨城公園嘅設計就冇樓冇閣，咁冇咗灰星閣點辦呢？所以設計師叫謝純佳老師就叫雕刻家用線面刻咗灰星兩個字，镶咗喺洞門個頂，亦都決定用校褲對聯換返住佢。咁当后期找埋学校招牌之后咧，决定将学校招牌摆埋喺侧边，做翻一个整体嘅吓。咁啊，当然啦。咁灰星系乜嘢嚟咧？灰星有两个讲法。第一个讲法咧就系北斗星嘅头四粒。咁啊，另外一个讲法咧就应该系贴近中国嘅科举制度噶啦，就系、是、五位文昌帝嘅其中一位，读书人肯定崇拜嘅偶像。他崇拜他什么呢？他希望他保佑自己读书读得聪明一点，考功名考得好一点。我想你们都听过灰星踢斗这个名词，就是殿试皇帝监考那阵时、最高分而是最先被那个灰星的官员踢开那个木斗冚住个名，就是最高分的那几位。首先第一个就是状元榜眼昙花这样、这些呢就并不是笑谈，应该有根有据的、现在讲回冇楼冇阁，咁冇咗灰星阁，咁那个点解叫腰山楼呢？因为设计师构思一条船，船就容许有船楼。咁而我哋睇到嗰条长廊呢，如果你哋以前有睇过 TVB 嘅《銀樓金粉》啊，《皆大歡喜》古裝段，你會認得嗰段長廊啦，就代表一條繩將條船綁喺岸邊。咁而通道下邊
很誇張，一堆亂七八糟毫無章法的太陽石，是代表在水面打上船旁淺里的浪花來的。那位何先生呢，首先換走的就是那副對聯。以前那副對聯很漂亮的，放縱的縱，縱目思山遠，仰首明月高。他說美東村擋著這個獅子山，這個艇看不到獅子山，所以這副對聯不對。我亦都曾經有一次難過一位副處長，我本來都不知道哪位是的，我心生一計，應該最多人跟他傾偈嗰個係啊！我第一句開宗明義話俾佢聽，我話我知道今次肯定阻你做嘢，亦都唔會有結果。我講乜嘢呢？我話我希望啲高官都知道民間有人識嘢嘅。咁既然間美東村擋住獅子山呢個艇睇唔到獅子山，點解佢而家仲叫腰山樓？嗰、那個景區仲叫獅子盔園咧？因為呢個係一對。我想你們都知道歷代以來的文人死物都當生物請的，有什麼喜慶作樂邀請獅子山過來一起玩，亦都獅子山在遠處亦都可以窺探到我們寨城公園的一切動靜，所以就叫獅子盔園、這是一對，他不能答我的、任由那位何先生亂來而已。我們可以入去衙門行行啦，你都可以睇睇嗰兩頂橋嘅正面啦，你又可以睇睇個炮身刻住啲字啊，清清楚楚都有嘅。你哋企上呢度望嚟好清楚，呢度呢個位呢邊嘉慶七年仲春。連重量都有的，不過當年的換算呢我們就不知道，因為它的根很特別，左手邊一個牛角的角，右手邊一個力量的力，這個是根字，但是不知道怎樣伸回這個英制或者公制，總之這個是四千斤，那邊是五千斤、我們只是知道呢一丈當年清朝的一丈等於 3.45 米，這個就是有文字寫低喺度嘅，所以你就清楚啲嚇。講翻我哋門頂個韓英文，點解呢間中國建築點解會有韓英文呢？你有冇留意到佢向左歪？根本唔係一串字，係兩個字，但係好攞命。我哋唔知點解杜想言照啲串字喺字典嘅演繹方法話俾群眾聽，我亦都寫過信啦。我諗處長從未睇過我啲信㗎，我係唔係記嘅？我係驚有個結構話好似啲恐怖組織話掀開個信封聞到會暈嗰挺，我係傳真過去，不過抬頭寫俾處長咧，佢成個部門啲人都睇到㗎啦。我話如果字典呢串字嘅演繹方法唔符合聖公會當年嘅用途，你點演繹 M house 同 M house 兩隻字？所以佢向左歪，係個石像 S H 唔記得分隔開嚇。M house 咧係解救濟同窮人院，我亦都接觸過啲神職人員，佢話佢哋嘅教義裏邊都有呢串字係解施者，咁亦都符合字典的用途，但是剛才我說是負責發放救濟物資的傳教士的姓做這間屋的名字。我們中文歷史文獻記載很簡單，五個中文字晏氏居留院，這個晏是我們經常說晏就晏、如果普通話就讀燕梅的燕，燕氏居留院、是怎麼寫的呢？是藥字頭，即是人家叫晏日字那個呢，不過是扁一點的藥字，紫藥那個藥呢，藥字頭底下個安，如果是宴會的宴就補蓋頭才有這個結構、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有些群眾問我們杜想言為什麼串字向左歪，他就沒得答的了。很簡單，這塊銅牌我當年無意之中一看，他這裡印錯個字，是打了教育的教。我跟他們說，我說沒得錯，這個是專有名詞，是軍銜來的、教場是學校的校，
讀教育的教音。我說你離開了軍隊都還有這個詞，這個職位就是印刷業的校對，卒之咪換回。我這麼小的隻字我都跟他要求去更正的、但是近期我們新出一本地圖好交關。我問他為什麼這位何先生這麼憎謝順佳老師的事，鑑生剝碎了南門的公園碑記，換了編一不知所謂由頭錯到尾的，為什麼還保留回舊那篇，而今期的地圖還整張印曬出來，群眾有心的他會上去看看是什麼來，一看咦，他發覺為什麼這個公園31,000平方米居然間有一新一舊兩篇兩內容的公園碑記，這下就拿命了。我說他這麼不喜歡謝順佳老師的東西，為什麼不找東西填了他，畫幅畫或者提首詩在這裡算數，由他顯示出來，這個是很無稽的。有兩樣東西呢你們可能都聽過，我當你沒有聽過說，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天井天街呢？咁我哋呢個建築格局咧，就係、是、三進四雙嘅。我哋企嘅第一進裏邊，總之吊咗燈籠嘅就係進步嘅進，同埋嗰幅通花中堂後邊同我哋平行垂直嘅嗰、那個就係第三進。東雙兩個，西雙兩個。嗱，我哋呢個唔係四合院，係三進四雙，亦都係官方最低嗰個格局。剛才都提過他只是九品的副官，另外呢也是民間的最高格局，你硬有錢都不可以超越三進四雙。說回天街天井，在我們前面大的就是天街，小的天井，即是換言之每進和進雙和雙夾著就有這兩樣東西了。天街是等屋裡面的人不用下下出戶外做活動，在天街裡做。天井就很小，但是有一樣東西肯定有，就是排水位，就將屋裡面的雨水和污水排出屋外的、我們駐守這裡的將軍張玉堂將軍，他未帶兵之前本身是一個讀書人，他寫得一首很漂亮的文章，更加寫得一雙很精彩的書法。我想你們都知道中國人書法很多種，能夠用拳頭手指來寫書法，我想你們都想都沒想過。金色這個壽字是草書一筆過的、收筆就是底下那點、再看看伴著壽字那副對聯，綠色那兩行字，玉中福田留世澤，須憑心地積陰功，是用手指寫的。當然它不是那麼巴閉可以刻落啲石刀，是石像根據寫出來的書法照作出來。玉堂拳書它叫張堂，你再看看為什麼左手邊的謙稱是漢生張玉堂子書呢？我想你們都很多人都知道唐人字白虎號陸虞，這個就是唐伯虎的名字，以前的人個個都有字號名三個名字的。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張什麼我就不知道，他本身張堂，但是他還有一個讀書的名字叫韓生，但是很搞笑，皇帝的學生又叫韓生，翰林院就是 在皇宮裡面讀書的一所、高等學府。當專家翻身了之後，我看到下面兩個四方印神，我懷疑這幅東西應該是送給皇帝的、因為以前的、色很濃，後期的專家翻身過之後，現在一到幾年了都還是這麼漂亮的顏色、這個將軍的胸襟很廣闊，玉中福田留世澤，他告訴所有子民聽，如果我們想國家民族得以延綿不絕下去，一定要由自己做多些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事，這副對聯的意思就是這樣、同時我們雙在裡面那埲牆墨源兩個字，以墨擊源又是他的拳書，就當然是這兩個更厲害。
咁啊，呢間廠房就成間冧曬㗎啦，我哋就照翻原來個規格就砌翻出嚟嘅啫。咁呢埲牆亦都係冧咗，點解係呢埲牆咧？立牆唔會存在，個頂冇可能係原裝㗎啦。佢就係嗰行大廈冧落，呢間就壓爛曬，就嗰度又壓爛咗啲，呢度亦都壓爛呢埲牆嚇。咁嗱，再講翻頭先都提過呢兩個瑞獸，咁啊官衙嘅瑞獸咧就唔會喺呢啲位置，肯定係喺大門出邊。但係呢個官九品嘅副官冇可能有瑞獸。呢兩嚿喺邊度嚟咧？我跟過兩隊唔同時段嘅北京大學教授，佢對呢兩嚿嘢研究咗相對都係超過45分鐘，但係得出嘅答案是寨城裏面的東西，但是肯定不是這個官衙的東西。在哪裡呢？嗱，我們以前東北角那裡有兩間廟的，這裡有兩間廟的，它是用來廟那些蝦公糧用來壓糧用的、啊、它其中有兩條糧是曲的，可能它形容的蝦 是彎彎曲曲是曲的，所以叫蝦公糧、啊、那就嗱，咁我哋都睇到呢度，嗱，並唔係我哋部分導賞員話俾群眾聽，漢墨將軍張衡全書係紙書嚟嘅，係白黐嘅。我話冇人自己封自己做漢墨將軍咁離譜，係啲群眾封俾佢，因為頭先都提過，佢係未帶兵之前係讀書人、啊、所以佢人俾多個稱號叫漢墨將軍。咁我哋呢幅。這個模型是1902年當清朝軍隊被對面海的英軍嚇走了之後，因為清朝的軍隊是1898-1899年被對面海英軍嚇走，他真的嚇走，日以繼夜用把口轟轟走他。他唯一留下的東西是什麼呢？就將龍津碼頭的稅收，龍津碼頭在哪裡呢？就拆了他舊啟德機場後機大樓那裡，將個稅收交咗俾樂善堂管理，呢度就變咗一座空城啦。嚇、啊，咁嗱，我哋就企喺呢座，我哋就第二進、第一進、第二進、第三進，隔離呢間就係學校，就係龍津二學。嚇、啊，咁你會睇到呢幅照壁，你喺呢邊望過去就睇到四個大字“海濱洲老”啦。嚇、啊，咁佢隔離嗰個就係灰星閣。嚇、啊，咁亦都係呢張相。啊、你看看個人的比例是米幾高的、啊、那這個就是南門的位置了。那你看到裡面鋼筋水泥地基，就是剛才我告訴大家鋼筋水泥地基的那個位置，但是裡面所有花崗石包括水溝和那兩塊中文石刻都是它的位置來的、啊、我通你們看這座模型看到一樣東西，點解成個城南南北東南西北點解係北邊冇炮呢？因為北邊係一座山，山就唔需要有炮。咁呢座山係咩嘢山呢？我諗好多群眾都唔知道。你哋知唔知樂富地鐵站嘅所在係乜嘢呢？好多群眾就以為呢個係斜坡嚟嘅啫。老夫、啊、就算知道佢係山，都唔知佢叫咩山。係咪老夫岩啊？啊，唔係。咁呢座山嘅標誌喺邊呢？就喺猴王廟裏面大殿背後。點解我成日同啲群眾講，你哋有時間去埋猴王廟睇、啊、但係呢，猴王廟就做漏一樣嘢。猴王廟係華人廟宇委員會管嘅，但係有條石級呢，佢就冇標誌，上面就有一塊古裝石刻，花崗石白色嘅，刻住個殼字，話俾我哋聽呢座叫白鶴山。咁白鶴山以前有兩個位置，有兩個區份，一個叫華頭磡，冇乜特別，所以冇改名。另外一個咧就叫老虎岩。哇，誇張啦！驚起好樓都冇人敢去住，驚煞氣太大，所以就改咗樂富嚇。
咁而家唯一一樣標誌咧，就係中華電力公司有個變電站，都係用翻老虎岩做名，老虎岩變電站。咁啲去到邊咧？就係去到浸會大學嘅日夫行政大樓，都係白鶴山。再後面就是獅子山，呢邊就去到康強苑、富強苑嗰邊都係白鶴山。咁以前我哋呢條叫聯合道嘅位置就係以前嘅官道啦，係好窄嘅啫，係至多係兩匹馬對頭可以過嘅啫。咁而家當然係好闊啦，嚇咁闊嘅呢個增信路嚇。咁以前呢條官道都有個岔路，就叫廟道。等啲善男信女上去呢個猴王廟上香噶，咁嗱，我哋講猴王廟係紀念乜嘢嘅咧？係紀念兩位宋室最後嘅皇帝逃難嚟到香港，咁啊呢位楊亮節將軍對佢有個幫助，有個貢獻，生朝封侯，死後封王，所以有猴王廟。咁啊好奇怪，香港好多猴王廟。但是當你上過寨城旁邊聯合道呢間咧，你判定佢肯定係真㗎啦。點解？佢歷代駐守寨城嘅將軍都有匾額送上去，一路送到民國政府成立初期都有匾額㗎。咁第二啲猴王廟就冇呢啲歷史文物㗎啦。咁而最誇張嘅咧就是正殿出邊嗰塊匾額，亦都係呢度最高嗰、那個啊。邊個呢？就係、是、賴恩爵將軍，因為佢鎮守邊關，所以佢個銜頭就係賴鎮邊嚇。嗰、啊、塊匾額就係咁啦。咁啊，我成日叫人去睇就係睇一筆鵝、一筆鶴呢塊石。佢冇幾遠，以前仲有一塊比而家一筆鶴仲大嘅，就係、是、一筆鵝。好可惜，俾日軍炸碎咗。佢拎去做咩呢？去填海擴建啟德機場嘅。咁啱啱想炸，聽講咧就想炸埋一筆鶴，點知就要打仗，啲軍隊拉走咗，就保留到佢。咁嗱，好奇怪，廟同埋菩薩係1730年宋代嘅，但係裏邊伴住菩薩啲對聯，包括歷史文物，全部係清代嘅嚇。咁啊～好可惜個嗰塊石嗰十級梯級就毫無標誌，好多群眾就錯過上去睇嘅啦，就係睇咁白鶴山同九龍城有乜關係呢？有副對聯伴住個鶴字，道古仙岩歸鶴嶺，猴王顯赫鎮龍城。你要照字面都解得清清楚楚，係光緒14年嘅啦啊！咁同時咧，我哋公園嘅北門，頭先都提過，有個叫做景點叫龍城鎮像，係一龍一虎，斜斜地向南方，係監守住整個寨城嘅發展嘅設計師嘅構思嚇。咁啊，嗱咁頭先講翻南門啦，佢原本就係喺出土個古蹟嗰度嘅。咁點解而家我哋頭先入嚟喺過咗啲咧？我哋唔出土咗古蹟，唔可以重建一個城樓。亦都唔可以整條通道喺嗰度入嚟，所以就移咗過嚟。頭先我哋入嚟嗰個位，咁原來咧設計師話北門都改咗嘅。點解呢？啱啱香港政府路政署就喺北門對出做咗條斑馬線，咁佢就驚住群眾一過馬路衝出嚟，或者衝出公園就過馬路有危險，所以就決定將北門提個移出個約莫3米度啦。所以而家我哋北門係亦都係過咗少少嘅。咁我哋公園咧仲有一個西門嚇，點解係唔開嘅咁奇怪呢？咁啊，設計師啊謝老師首先話中國人就最忌諱歸西嚇，咁我亦都影埋西門個門口啲情況俾群眾睇。咁嗱，我哋公園當年設計有兩個部分係攞好高分嘅設計獎，其中一個就係四隻角，每一隻角係一個季節景區，聽下先介紹。而攞得最高分嘅咧，就係、是、我哋園林嘅水係環保水呢個講，俾人聽都冇人信噶啦，因為人哋聽都未聽過，唔好話真係可以見到。所以我話俾啲群眾聽，有陣時你哋嚟到我哋公園，唔見到有水。
冇瀑布，就是因為它是環保，所以兩個月就清洗一次池水，同時會罰得很重的。你放魚、餵魚、放龜、餵龜，初初由500蚊罰到而家2000蚊，監禁14天，它從未執行過。點解呢？如果它執行咧，就話康文署搶錢，但係啲群眾就好冇譜，繼續放魚，繼續放龜，啊咁。好慘重嘅教訓就係我哋新嗰篇公園碑記呢位何先生仲寫明有魚池龜池，真係好可恨啊！咁我哋嗱魚咧，我諗人人都知道冇水就死梗，但係如果我哋想保留啲魚嘅生命咧，我諗你哋都知道洗池啲工人就做多好多嘢啦，係要洗乾淨一段，將啲魚撫翻上去洗淨，先至再撫翻落嚟。但是龜的破壞能力就重大，我們的水池有60缸睡蓮的，就是拜謝市民將龜放下去全部咬曬，怎知就更精彩一件事，什麼呢？我發覺原來他們居然間捐落皮蛋缸度繼續生蛋孵化出來。我話俾早期的管理層聽，他唯一信敏叔講的嘢就是有一次放乾水，真係落去檢查啲皮蛋缸，真係發覺有龜蛋殼，佢先至搬走曬啲皮蛋缸。啊，咁當然唔會繼續種睡蓮啦。我諗你哋都知道啦，咁大個水池，如果冇啲花喺度，真係好肉酸嘅啊。咁嗱，西門就係有咁嘅效果，因為剛才都講過，中國人就最忌諱龜西，所以就不開。同時它是一個斜坡，如果要開門還要整梯級，群眾才上到來。那裡面就是一個防空洞的形式，有過濾池，當你坐在我們水池內一點，你感受到又有瀑布掛下來，還有8個好像八卦的排位的橫噴口，將水打橫噴出來灑落水面，製造個聲音效果，加強個水面的漣漪動態。這個設計師真的精彩啊。咁啊，點解啲水都係咁滿呢？就是因為佢設計將多餘的水自動流去過濾池，消毒處理之後，就跟住由佢裏面個泵房將處理過嘅水泵翻出嚟。喺我哋西北角有一個叫玉堂亭，呢個亭係紀念張學堂將軍嘅事蹟嘅。玉堂亭嘅亭底流翻出嚟，運行整條溪水。嗱，我哋呢條溪水，你睇地圖都叫冼濱溪，點解呢？因為當年呢位督學官，類似而家教育局長咁上下官階啦，就叫冼濱，姓冼名濱先生，寫咗一篇歷史記敘文喺龍津碼頭。啊，咁我哋呢篇文章亦都重刻咗喺嗰條石拱橋，亦都刻意叫石像用一塊石碑刻咗出邊龍津石橋呢四個字，種喺條石拱橋側邊做翻個景點。而背面嗰篇文章就係當年督學官冼濱先生寫嘅歷史記敘文。咁仲有咧，你睇嗰篇記敘文一開頭又係新安嘅嚇，咁咧就係紀念佢嘅事蹟，所以呢條溪水叫冼濱溪。咁啊，運行成條溪水再掛翻落去瀑布循環去用噶嚇。咁而家你去睇到我哋點解啲水咁污糟邋遢咧？呢個就係拜早幾年洗池嗰班工人，佢哋係孭曬去飛噶啦。佢哋嚟一次，我就同佢哋拗一次。我話你哋冇理由用強力水喉嚟射，嗰啲青苔啲根深蒂固嚇。咁咪曾經有人問我咁樣點樣處理啊？我話嗱，你唯一咧應該係鏟走曬所有啲石春，翻去好似揾洗衣機咁洗曬佢，揾藥水又好，乜嘢都好，擦淨個水池啲根。咁我哋以前讀植物嗰陣時，有一種叫根瘤菌啦。我諗呢只苔藓藻類嘅植物咧，呢啲真係窿窿罅罅都生到嘅。你唔清走曬佢，一放翻水跟住就生。咁啊，早幾輪洗池嗰啲工人就仲離譜，就開咗個水閘，就所有垃圾乜嘢隊曬。我話先生，呢個水位唔係去坑渠，唔係出大海噶，係流翻去個過濾池噶。咁終於咧就將水泵都塞埋，
所以有陣時咧，你嚟到唔見有瀑布，淨係見到有水，點解咧？佢個水位唔到到一定嘅程度，個瀑布就會有水掛落嚟，亦都下邊嗰八個橫噴口亦都唔會運作，死水一潭。搞咗好耐先至通翻啲泵，但係始終都係嗰群洗池嘅。我直頭話俾你聽，你哋呃康民主錢，直接呃市民大眾錢。嗱，仲有而家個個禮拜三嚟噴殺蟲藥，話滅蚊。我話你勞民傷財，佢哋嚟到唔係滅蚊。我話你哋知唔知而家掟我哋呢只唔係蚊，係早幾年我鬧咗好耐嗰個姓吳嘅女士嘅傑作。我話呢樣嘢係佢培育出嚟嘅，卒之就俾我講中咗。先後有兩三對廣州花都嚟嘅園藝工作者，一句就講中咗，就我之前嘅判斷係啱。原來呢只蚊，如果早幾年有份報紙唔係好大隻字登出嚟，再解釋埋佢別名，影埋相，我都唔知道原來日日釘我哋就係呢只蚊，逐支蚊黐仔、蚊黐篤壓仔，個個鄉下唔同叫法，黑掹掹丁咁大粒，搏埋嚟狂吸血奇痕嘅。咁啊，早幾年咧就有位 A two。就 under 個 A1 嘅，佢駐守沙田十三個公園，正應一嚟到，即刻提議換種一種植物，叫做胡椒木。點知呢位 A1 唔睬佢，佢換種咗一壇最細嘅嚟嘗試，點知佢仲打小報告 port 佢，佢唔敢再換。點解而家我哋公園咁多呢、這個咩叫 A1 A2 啊？最高嗰個同第二嗰個咯， okay. 查實原來後期先知道。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是濫權的、啊、原來 A1 是管行政， A2 是管植物的，它就立在一起來管，就搞到我們公園亂七八糟。它可以不喜歡的植物下命令叫花王連根拔的，你說它是我不是所後期我給封信給處長，我說你寨城公園換走早幾年，這個寨城公園根本是很漂亮，就是被它搞到這樣。有兩棵垂柳，佢唔中意又連根拔。大水池有隻花好靚嘅，叫做木芙蓉。咁因為佢有個生態，好似人類飲咗酒之後嘅變化。當太陽升到咁上下，佢由白花漸漸變淡粉紅，越晏越深粉紅，到黃昏好深粉紅，謝咗第日繼續開白花，叫做醉酒芙蓉。而家冇曬，就係佢唔中意呢隻花。啊、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權力大得這麼交關，得到我後期知道，我才寫了一封信給處長，說你早幾年換走他根本寨城就很漂亮的、啊我們現在這裡這幾個展覽館呢，就我罵極都不改，我說這個是公園並不是博物館，你不可能用博物館形式處理公園的運作，你當正整個衙門是博物館，你星期三 close， 我說你厲害，但是你只是後面新搞這幾個展覽館 close， 我說很多山長水遠，甚至沒有些外國朋友帶些親民戚友來看，不得其門而入，他們很扯火，最衰敏叔就不懂得用英語怎麼跟他說，我只是指他去寫字樓而已。我想你們都知道啦，政府部門的運作就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你朝頭早開十點，夜晚收六點，已經是很白痴的結構。這兩段時段之外的群眾沒可能入得到來。我告訴人，你花這麼多錢來搞，是給群眾認識、了解多一點這裡、啊、又不用人帶，又不用人說，為什麼不開？我話唔需要好似公園開放時間咁長，唔使六點半，唔使十一點，啊，你開九點，甚至無八點，等好多群眾都入得到嚟睇。你收遲兩個鐘頭，我曾經同嗰個白痴嘅 A1 理論過，佢話哦。等啲電腦休息時間，我話嗱，我雖然我唔識電腦，我都知道電腦可以24小時不停運作嘅。你呢個藉口係嘥氣嘅啫，嚇、啊。咁同時咧，佢做咗好多乜嘢咧？我成日話俾人聽，
寨城公園被三位人士就搞到一鍋粥咁嘅。首先就是呢個姓吳的女士嚇，啊、做咩咧？依位吳女士係咩？佢 A1 啊嘛，哦、oh, okay. ，場地主管啊嘛，哦、okay. 啊，咁另外就是呢位人哋而家叫佢做文君嘅何先生，恃住自己 quality 高嚇，佢、啊、要喺咁有份量嘅園林，佢要融入自己嘅嘢，就換走曬冇博士銜頭謝信佳總設計師嘅嘢。啊、另外一位咧就早幾期嘅保安，佢居然間你外判保安，佢連康文署啲職員都玩埋，又係學何先生一樣冇品，佢恃住自己做得耐。我話俾人聽，做得耐並唔係代表乜嘢，你連公園嘅景點都話唔出嚟嘅，你做幾耐都冇用嚇。咁啊，佢仲交代啲新嚟嘅保安，你唔好同尹叔傾偈。啊，呢個人喺度搞震嘅，成日話俾人聽123啲電話係尹叔打嘅。我話俾人聽，我曾經打過一次123，我除咗鬧聽電話嗰個之後咧，我唔使旨意再打。你估佢話俾我聽咩咧？佢話你呢個投訴咧，十日後處理。我話先生，我斬人斬十日，斬死好多人喎。我而家係佢啱啱換。鋪落去嘅新嘅草皮，佢200多磅瞓喺草皮度，除雜草咁白痴喎！我話你仲唔即刻處理？我跟住向佢 say sorry， 我話你唔應該俾我鬧嘅啊！咁另外有一次打電話係咩嘢咧？又係鬧嘅，我因為好搞笑，本來嗰次唔關我事嘅，我係寫報嘅啫，有位群眾。昨天等了條魚下去，今天找極都沒有，他打123，我昨天放了條魚下去不見，那裡壓下來，這裡叫他解釋給我那個群眾聽，為什麼你放了條魚不見了。我說用什麼解釋呢？我說你吩咐聽電話，這哥哥姐姐告訴他聽，先生小姐，你等條魚，等隻龜下去，或者撇些麵包下去水裡餵魚餵龜，你犯緊法的，罰很重的，要坐牢，你看以後還有沒有，用什麼轉轉接接他解釋。好像何先生衙門門口副對聯居然間是落過兩次不同的解釋、啊、第一次呢就是掛了9個月之後落的解釋，是跟普通識得中國文學的照字面解釋、啊、那怎知道約莫2年前有位群眾說，喂，你西武不能神，你說是東南西北的西，對不到離人應以老、啊，他又叫他解釋，他居然間推翻了前面的解釋，他說我離都是八，是方位，是八卦其中一卦，都是方位。哇，那你說是不是很滑稽、啊啊、這幅圖呢就是剛才提過的一位原居民陳傳人陳長傳先生用了很多年時間勘探畫出來，你看看所有桃紅色的線全部是秘密通道，他就是沒有寫秘密通道而已，樓梯入口，穿家過户啊！即係呢啲啊？係咯，係咯。即係呢啲。嗱，咁我哋藍色嘅咧就係水井啦。佢呢度應該係滑漏一口嘅，啊，因為我哋哦衙門前面呢口漏咗，衙門前面有一口嘅。呢兩口就係而家我哋大水池出去大呢度就係大水池嚟嘅呢兩口。嗱，我哋衙門前面你聽下睇睇，佢係有6隻角嘅。呢口咧就係8隻角嘅。設計師好精彩，話俾我哋聽有角嘅，裏邊有水。呢口係圓嘅，圓嗰係旱井。你見到裏邊有水，並唔係地下水，係雨水啊。即係以前啲井咁樣嘅。係啦。我想你哋呢個沙井嚟嘅，水井呢、這個係咯，呢、這個先係水井。南方啲井台係好矮嘅，甚至冇有啲一嚿磚咁高，係防啲污水倒灌。咁點解我哋公園啲井咁高咧？個井台，我哋有啲導賞員話俾群眾聽，驚啲人跌落去。嗰次我就見佢喺度睇緊，啱啱講完，我埋去問佢頭先聽到啲咩，我話知唔知個井台點解咁高咧？嚇、啊！他未講俾我聽，佢聽我講咗先。我話係仿江南嘅設計嘅，江南所有嘅水井都係個井台都係咁高，仲有個木架，有個碌爐嚟搞水。佢唔係喎，佢頭先話俾我聽係驚跌人落去喎、
呢啲乜嘢演繹方法，唔可以用自己概念演繹歷史咯。嚇嗱咁，而家我哋睇呢幅圖，呢個模型咧就係我哋公園1993年嘅設計。我哋無能嗰個 A1 咧，即係早幾期嘅場地主管就收埋咗。而家冇做噶啦，呢個係嘛？誒，早就調走啦。佢應該早幾年調走嚇。佢居然間話俾我聽，我問佢點解呢個去咗邊？他說沒有地方擺，我說原來是你的意思，不是處方的意思、啊、我立刻整封信給處方，我說令到人 中國人振奮的一個設計為什麼收起來、啊、如果不是出土了這裡，我們都改不回原來的名字，這個是埋在地底幾十年中國人的恥辱的一個光輝重現，為什麼收起來，卒之不是抬回這裡，我話嗰個，但係呢個一倍裝修完之後都可以擺翻喺原地，點解呢個？你話初頭開幕多嘉賓驚唔夠地方行，你擺埋咗唔記得拎出嚟，我原諒你多事幹做嘅，一路收埋，由佢擺埋風塵，卒之抬翻出嚟。嗱，你見唔到兩個城樓啦？咁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嘅U3 樓，以前係咁嘅方向，而家實景係。咁嘅，咁而呢段長廊咧，再唔係彎彎曲曲包出嚟，係拉一條直線。而家好多照片，歷史照片嗰條長廊啊。咁想問係咪即係而家係已經修改咗啊？唔係而家咁樣呢、這個？改咗冇幾多啫嘛。哦，嗱、okay ，冇咗呢兩個城樓啦，呢、啊、段長廊就停咗喺骨中秘庭啦。呢、這個建築物為了騰出多些地方，等啲群眾緬懷南懷古，就決定將它由南北變成東西啦。呢、哦、條歷史照片長廊就拉直線啦，咁其他都照舊㗎啦。咁、okay， 你係邊個改要改到而家現況？就是出土咗之後咯。嚇、啊！當然是總設計師自己改咯。哦，唔係後期有人改，唔係係設計師改，就是全憑出土咗呢、這個。南門先至改嘅啫，嚇、咁、啊、就係、是、如果有群眾問點解冇咗呢個咧，你就話俾佢聽就係出土咗之後。咁同時點解係城寨？我哋有啲印章，你睇睇呢啲印章，白色亞加力膠片左下角呢個印章係城寨公園。曾經有個遊客問到我口啞，我都唔識得答。咁啊，唯有問翻設計師點解個印章係城寨公園？佢話冇錯，拆樓係94，但係設計係93。人人都叫呢度做九龍城寨，喺度起個公園，順理成章係城寨公園。但係嗰批嘢唔係重要嘅文件嘅嘢。Sorry， 我想再問翻少少嘢，即係嗰時南門未挖掘嗰個嘢出嚟嘅。唔係呢個位咯，就呢度咯。係，但係佢嗰時未挖掘嘅。係啊。係後期先挖掘到出嚟。就係拆我屋先至見到啫嘛。嚇、啊！所以係拆屋係94，設計係93咯。哦 ，OK。啊、就是這樣的情況、啊、所以我問謝老師為什麼是城寨公園，他說人人叫這裡做九龍城寨，起個公園就順理成章城寨公園，但是拆了屋才出土那塊石額，沒有實物做證，你永遠改不回原來的名字，但是出土了實物你一定要改回名字，所以我們公園是叫寨城公園，但是謝老師很精彩，他說刻意留下一個印記，讓有心用心嚟研究寨城歷史嘅群眾，一睇到個印章，佢實會懷疑點解係城寨公園。你就解釋俾佢聽，就係、是、出土咗南門個石額之後，先至改得翻正原來個名字。啊，就係咁啦。咁當然我哋呢度兩個電視機各有5原居民嘅訪問，我亦都解釋俾啲群眾聽，因為佢哋係原住民，講嘅嘢說服力好強。但是你看完聽完之後，你自己篩選過有多少成是正確呢？因為曾經以前有位這裡有一個叫官醫，我們這個出了之後，很多 原居民在這裡罵，你猜他說什麼呢？他以之前他說你們不要這麼誇張，這裡一個吸毒者都沒有，哪有妓女啊？那難道那些人作出來的嗎？那些群眾質問他你住哪，他就話住呢頭西南方，咁考據過咧，西南方一辣
城牆南邊所有嗰粒都係居係民居，只不過將佢跨埋入去裏邊。而最太平就係呢啲啦。點解咧？我成日用一句北方人嘅言語嚟演繹俾人聽。北方有一句叫做兔子不吃窩邊草。點解咧？只兔餓極佢都唔會將自己嘅遮住自己嘅竇口嗰啲草食曬，即係暴露自己個居所俾人睇。相對呢裏邊嘅無論新同舊嘅黑社會，都要揾啲原居民做下遮擋，根本唔會騷擾到呢一類居民，所以係最太平嘅。所以當年我哋有對石封紀念潘寧卓小姐，一位英國小姐，1966年佢21歲無端端入咗嚟呢度，佢見到有兩樣嘢係唔中意嘅，就係太多人吸毒，仲有太多妓女。佢喺呢裏邊搞咗個叫幸福營，就幫啲吸毒者戒毒，亦都收留啲無家可歸嘅妓女，幫佢哋揾個新嘅工作。所以佢話俾我聽，當年光明街最高峰有36檔毒窟，相對36個天文台。咁當然天文台唔係報告天氣嘅，係做咩嘢呢？亦都唔係監察住警方有冇嚟掃毒，只不過係日以繼夜點著燈火嚟吸毒，咁叫光明。所以呢條就而家我哋叫光明路，以前就係光明街嘅所在啦。咁阿潘小姐咧，而家佢嘅辦事處同埋間教堂都喺沙田。潘小姐係邊位啊？潘寧卓小姐，亦都有好多著作嘅。寫《追龍》啊，咁嗰啲全部都係佢嘅著作。亦都係大半生貢獻咗俾寨城的平民百姓噶啦。嗱，咁你睇到我哋公園好多地燈嘅頂部咧，係圓錐形嘅，因為我哋公園前身就係軍營，呢、這個就係軍營嘅，呢個清朝軍隊嘅帽嚟嘅。咁我哋呢條通道咧係叫光明巷。但是我哋地圖印咗10多年是光明一巷，最先改翻正呢個巷名就是呢條啦。我話明明夠石作住光明巷，點解你係都要加個一字？我仲有咧，有嚿石光明四巷，我揾咗8年，我先至同佢理論。我話我行咁多年未見有光明四巷喎。依個係咩啊？呢個巷字咯。光明巷啦 ，OK， 嚇，嗱咁嗰度都有行書寫翻出嚟嘅嚇，咁啊，我話邊度係光明四巷啊？你地圖有喎，我話嗱好簡單，你查下，如果冇嘅咧，唔該你唔好再印，如果漏咗嘅，咪叫石牆鑿翻嚿光明四巷，種翻喺你認為係光明四巷嗰個位咯。咁啊，最滑稽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天作之合嗰塊石峰，我哋東北方有兩塊石峰刻意作咗字嘅，一塊係聯鳳和鳴，一塊係天作之合嘅。點解呢？因為頭先都提過嗰條長廊改咗之後咧，就停咗喺這個骨中碑亭。咁骨中碑亭咧就係由好似由兩個亭拼埋，但係揾唔到個駁位嘅。咁設計師咧就睇到佢好似成雙成對咁，所以刻意喺佢一前一後種咗兩塊石峰。因為中國園林嘅石峰係由靜態景引領啲遊客去動態景嘅，咁啊一嚿咧就作咗聯鳳和鳴，一塊就人哋有個位置睇佢好似史諾比嗰只狗咁樣嘅，就刻住光天作之合。我地圖居然間印咗10多年，100年好合。同佢理論多次，最後一次佢話係一樣解，我話啦當我白痴啦，真係一樣解。不過問題地圖唔係你同我睇，係俾群眾睇。點知嗰次精彩啦，有位姐姐拎住張地圖，咁佢梗唔會問我啦。佢拎住兩隻 walkie talkie 掛住工作證，小姐啊，請問聲百年老後峰喺邊啊？我唔俾佢講，我話咁你見唔見天澤之合？佢話見，我話就係嗰、那個，唔係，我話佢話係㗎。嗰次之後有真係有群眾問，即刻改翻版，改翻天作添。咁嗱，呢堆就係叫做招募。原來咧，坊間
誤傳佢係驅蚊草，但係原來蚊唔怕佢嘅。而家成日釘我哋嗰只蚊怕，你明啊？好濃烈胡椒味嘅。我哋首先就換中咗嗰壇，點知就俾人拖，就唔敢再換。點解而家我哋公園好多呢啲咧？就係、是、知道佢有聲氣調走嗰陣時就掟翻嚟，點知嗰位小姐話俾我聽遲咗。點解？佢就係趁冬季啲蟲蛋孵化速度慢，再用呢只氣味壓一壓佢，盡量減低佢嘅孵化速度。點知係遲咗過咗期，所以就一樣繼續有呢只蚊釘我哋。嗱，仲有一樣咧，你睇下我哋。你見過有冇園林公園整啲咁滑稽嘅嘢？呢啲都唔知邊個白痴嘅人諗出嚟嘅。如果失明嘅人行我哋公園，肯定有開眼嘅陪伴。咁同時我話俾佢哋聽，我話我哋啲公園啲石級唔同闊窄，你點做係咪成排中曬？原來仲有一樣好慘嘅嘢，呢種嘢一濕咗水，即係落雨之後跣到飛起嘅。佢話喺石地鑽窿嚟收螺絲已經好白痴。我比失明人士用的東西很多，為何還要做些你說浪費多少錢、啊、是沒有用的東西、啊、你看看看看這裡 有塊這些、啊、你可以不過這個看得不清楚城寨公園、啊、這塊看得不清楚謝老師告訴我只是猶然雖知是沒什麼重要的東西、啊、你看看多離譜本身是觀音心經，我成日解釋俾群眾聽，香港得兩個地方是戶外俾人睇到觀音心經，一個就是大嶼山的心經簡林，另外一個就是我哋啲幅照壁，而家冇得講啦，換咗個咁嘅嘢啊！呢八隻字係由頂墮落嚟嘅，你睇下個左右嘅差距幾恐怖，仲有啲印章係就咁作上去嘅，到而家都冇解釋，可能個個字都識解。但是易经的经文哪个识解呢、啊、还有呢我们公园很精彩我们的垃圾桶呢虽然很贵在美国做回来但是都有些词汇在这里原来再考据过之后是王羲之的书法来的、啊、我们每一个词汇都有一对如果你找不回另外一边或者两只都没了就是烧了因为當年他做的時候就做留個煙灰缸的未禁煙之前食煙的群眾呢可能個煙頭未熄曬就掉落去裡面是膠袋廢紙它本身都是塑料噏噏下著了那曾經呢我們這條通道很攞命一次過居然間消防處直頭有救火車入來救火的一次過燒著兩隻肯定是刻意破壞啊、所以呢兩隻都冇咗啦。嗱、啊，咁我哋而家呢度過去咧，就或者講講南門先啦，俾覆下。係啦，去咗南門先。嗱、啊，咁我哋呢個四方框矮牆圍住落去咧、啊，就係、是、出土嘅南門大鼓啊。咁我唔明白。他哋用三代同堂嚟形容呢度，咁我哋好多人讀過書嘅都知道，阿爺、老豆同我咁先三代同堂。死物點可以用三代同堂嚟稱呼呢你只係話俾人聽係三個唔同歷史年代嘅建築就有可能。我哋矮嘅四方牆、梯級渠蓋同埋裏面嘅燈係公園起嗰陣時砌嘅。咁同時咧，謝老師亦都照顧啲小朋友。咁我哋想重現翻城牆上邊嘅閉體嘅窗眼，唔好講話小朋友啦，大人都捐得過，佢係四方嘅，所以佢用咗十字窗，等啲小朋友唔使擒高都可以望到裏邊嘅嘢。咁裏邊咁搞笑，鋼筋水泥地基，只不過係五廿幾年嘅歷史。咁你都睇到佢騎住所有花崗石，拆咗佢可能會傷到古蹟。所以就決定保留，而最大保留的原因就是我用一句很粗俗的言語，就很多人會明白，是塞住當年反對拆呢三百五十幾棟大廈嗰啲群眾嘅口，因為佢哋淨係知道靚咁高咁靚嘅高樓大廈，點解要拆？後期聽到話拆咗嚟改建公園，反得仲犀利，
就所以決定保留翻佢，因為佢根本冇打桩，仲係得三埲牆。嗱，你而家都睇到呢座地基北邊嗰埲牆係冇，就係、是、因為拆咗隔離嗰棟大廈之後，佢就冇咗啦。咁點解設計師將南門懷古四個字鑲喺北邊嗰埲牆呢？我就唔明白，我話極都唔聽。有啲導賞員帶啲群眾喺呢幅牆嘅中間，又講一輪嗰堆石基，之後又係行翻嚟呢度講，我話設計師將南門懷古四個字鑲喺北半牆，都根本俾咗三個概念我哋嘅。你其他兩個概念唔講都好，但你要尊重佢嘅意願，係喺呢邊一眼睇曬，唔使走嚟走去。咁佢其中一個概念就係話俾所有人聽，中國歷古以嚟，皇帝係坐北向南嘅，相對平民百姓見皇帝係朝北。另外一個概念就係話俾所有人聽，中國人嘅園林南門係正門，呢、這個基本上同朝北嘅概念都差唔多。但係佢正精彩一樣就係叫群眾喺呢邊睇。點解？因為有塊石，你任何位置都睇唔到，就係呢塊石挨住鋼筋水泥企起身，低一塊係企起身嘅啫，仲有個馬蹄形缺口。呢塊係咩嘢嚟呢？係門教嚟嘅，係寨城南門其中一隻門，愛嚟開關嘅門教。我想你哋都知道，中國古代啲門係冇金屬呢樣嘢喺度嘅。嗰隻門嘅是但一邊就上下有兩個榫，天面嗰塊無論係木板又好、石板又好，係穿透嘅，垂直堆落嚟，有嚿石就作個襟，抬起隻門穿進上面個窿，放翻落嚟，隻門就可以開關啦。咁呢度只係一隻門，另外一隻門就呢條水泥柱騎咗啦。咁呢條就係入城嘅通道啊。咁至於呢條水溝都係古蹟，當年係排污水出嚟嘅污水溝，而家好清晰嘅地下水溝。而左手邊嗰堆就係埋咗喺地底，冇俾日本軍隊發現到嘅，僅有一堆城牆嘅基石。而首先被工程人員懷疑係古蹟，就係最近地面呢塊細細塊呢塊啦。一見到呢塊，即刻通知政府揾人勘探，終於全部出土曬嚇。最可喜嘅就係出土埋中文石啊！咁嗱，我哋公園加大嘅2000平方米，由邊塊石度起呢？就是、由呢塊石度，因為當年29000平方米寨城嘅面積就是由呢塊石向住度，因為城牆都喺呢度，只不過門口係突咗出嚟嘅啫嚇。咁換言之，呢嚿石拉支平到竹樹呢幅牆呢、這個窩位呢2000平方米係加大嘅，就係、是、騰出多啲地方，亦都將 U 灘樓由南北改成東西，就盡量騰出多啲地方，因為佢除咗呢個之外，仲有第二啲嘅設計噶嘛，所以就變成咁嘅樣啊。咁嗱，我哋去睇睇，仲保留到兩塊嘅其中一塊，就係頭先提過嘅東正門入嚟海濱周老嗰四個字背面嗰篇文章。咁你可以睇到頭先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呢篇嘅結構同而家去緊睇呢封係完全兩回事嘅。咁而最攞命嘅一幅照壁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個大平台。我哋呢個大平台前身係俾軍隊操兵嘅教場，而家亦都係可以租俾人舉行婚禮嘅一個場地。上面嗰篇照壁以前係一首好靚嘅詩：好了星星雲裏唱，南風雜雜聽途音。身之對着一壺酒，舊語向銘細細斟。首詩寫明是韋丘的，書法家是謝信佳老師，擺明是不妥謝信佳老師。又換了一篇，原來是錯到離行離辣的，沒可能容許的由左讀右。原來啲專家話，佢唔講我哋唔知，原來園林嘅照壁唔可以超過兩種以上書法。嗱，呢個光明三行啦。咁如果照數就隔離嗰條係光明四行啦，但係就冇石塊嘅。你望一望，係咪清清楚楚？你再留意啲印章係黑和舊章石挖個窿藏落去嘅。你睇謝老師啲書法幾精彩，就係、是、阿陳同洲寫嘅嗰本書啦。介紹下，嗱個石面
傳統的本身是黑掹掹，相對黑出來內容是白的，黑白對比的強烈就容易看內容。所以當年的專家跟何先生地說，你們揀這種石黑了要上色，群眾先易看，就是這樣。還有呢，個印章是刻落嚿章石挖個窿藏落去的，並不是好像何先生換下來那些就在石面刻，破得很攪關啊，就是這麼清彩的。這塊石裂了的，咁佢背面咧就係頭先講過嘅，喺學校前面嗰幅海濱周老嘅字跡啦。咁我哋導賞人係置呢版嘅內容講俾遊客聽，我話你唔講，人哋識字嘅睇完都係唔知周同老點解。再講一次啊！嚇、啊！再講都解得解釋多次、啊。海濱就係話俾人聽，呢度係濱海一隅，係冇錯嘅啫，因為地方偏僻。如果我哋學生用功讀書，一樣有條件有資格出現到周同魯嘅讀書人。周係孟子故鄉，魯係孔子故鄉，同屬山東省，山東簡稱魯啊，並唔係魯係代表山東喺呢幅照壁嘅內容，即係話俾所有人聽，我哋呢間係學校，雖然地方偏僻，如果我哋學生用功讀書，一樣有資格出到咁高學問嘅人，就係、是、孟子、孔子啊！嚇，咁嗱呢條以前就係光明路啦。咁你睇我哋呢度作到清清楚楚東正門，而個正字係好正式嘅正街，只不過設計師話俾群眾聽，出邊係東正道，呢、這個係東正道嘅大閘啊，係可以俾貨車直接將公園用嘅嘢運入嚟嘅。最近咧就仲白痴喺我哋嘅黑色嘅石地整條咁嘅嘢。我話失明人士我都見到有啲係黑色嘅，點解唔用黑？你話等佢感覺有嘢，佢如果開眼睇得到嘅，你唔使整低啲顏色啦。啊，好奇怪咯。啊嗱，咁好似我哋呢度。這個又是我要求他改翻的十一，那裡是有塊石刻住同樂園，是屋苑的苑，他居然間這裡印同樂園、啊、我這些沒得錯的。那講翻轉頭，當年講設計的時候，謝老師說香港養了一群真的不知道他想什麼吃什麼大的官員，拗到面紅耳熱，他要他在寨城公園搞一個兒童遊樂場。我想不僅止設計師反對，全人類都反對。謝老師就跟他說，你假面大道公園近聯合道那邊已經有兒童遊樂場，同時你原中式園林公園整兒童遊樂場都不倫不類，還是古蹟的園林，不可能。拗拗到沒得好拗，他說這樣，我找塊石叫啲石像作住同樂園，仲喺十二生肖當呢個係遊樂場啦。咁後期佢就將個園字改成園字，仲有一個概念係話俾所有人聽，無論你任何生肖，無論你任何年歲、任何性別嚟到呢度揾翻自己所屬生肖，都會發出會心微笑。再加上呢度啲樹木都係參天嘅喬木。後面是捉中國象棋的棋盤，棋壇比翼，生肖倩影。我不明白他，我們得四個棋盤，他引夠八個出來都不知道做什麼、啊、呢就這裡是春季景區的、啊、所以後期改回東正門、啊、現在還有一個位置未改回東正門，還是東門的，就是假平大道公園的假平大道其中一個出口那幅地圖、啊，咁啊，呢度咧，英文都錯啦。East Gate 係啊，係喎、啊。East Central Gate 差唔多，即係如果或者係啊，即係一個好啲嘅名啦，應該係啦。咁啊，佢呢度改翻正啦。以前印咗洗賓溪咧，就多咗一點噶啦。我話洗係動作，閃係姓氏，都唔拉唔楞啊。以前廣蔭亭咧，我哋地圖印咗十幾年係亭台樓閣個亭。我拉尾寫封信俾處長，我話你落嚟睇睇啦，你喺嗰裏邊揾個亭俾我睇下啦。係
當年學校起好咗之後，未做教育工作，收留過一批老弱無依長者，叫做廣任老人院，所以刻意設計師用家庭嗰陣嚟紀念當年嗰回事嘅，係停家庭嗰停，並唔係停台樓嗰個停。咁啊，我哋公園咧，唯一一個最唔好嘅地方就係因地制宜，得一個洗手間。就仲係歸埋一邊，就係喺曬東邊。所以你見到我哋公園嘅洗手間嘅指示牌咧，好奇怪。去到嗰邊咧，佢會指你去嗰邊，但係唔寫明字喺度，啲群眾就亂曬龍。原來佢係開多個側門，叫你哋過隔離假名達到公園嘅洗手間嘅。所以我約人嚟叫人哋千祈唔好喺設施網門口入，你就有排揾先揾到債嘅。嗱，頭先嗰個係。二樓同會呢、這個係碧如六樓啊！嗱、啊，呢磚炮咧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啊，俾磚佢踎，係設計師話俾人聽，佢唔係屬於呢個位置。咁、嗯、曾經有個群眾叻啊，佢話：敏叔啊，點解呢支炮向住南門嘅咧？係啦，我都想問。我話呢個資料我就冇，我話用我自己概念講啦，我唯一係用自己概念講就係呢樣嘢。哦、因為歷代以來欺壓中國人都是西方國家，他炮口是向西而已，並不是向南。哇，他們很多人拍手掌，我還告訴市民，我說你第二次找到個正確答案，麻煩你告訴我、啊、所以你來到這裡看到呢，地燈燈柱再不是圓錐形的頂，是這些了，因為這邊是一個高官的官衙，他就有工人手提燈籠照路啦，呢啲係手提燈籠嘅結構。咁啊，中間嗰嚿石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同樂園啦。咁我哋呢十二生肖咧都有排講。如果明白十二地支嘅鋪排咧，佢哋覺得好奇怪，係人都知道。十二生肖這個十二個地支是子丑寅卯，子是十二點，套咗落十二生肖就是屬鼠。如果他懂得方位嘅，點解只老鼠向南呢？這個就是謝老師的一個很精彩的設計，他將他哋人物化。咁人類講中國啦，歷代以嚟最大都是皇帝，皇帝是坐北向南。咁套咗落十二生肖就係鼠啦，但係佢向北，咁點辦呢？佢就龍喺邊度？龍喺嗰度，唔係計龍最大嚇、哦啊，因為十二生肖係最大係鼠啊嘛。咁但係佢向北點辦呢？咁佢諗到一個方法，因為全人類都知道雞係日出嗰陣時提嘅，佢理所當然就係向東，所以你知道邊個位置向東就睇只雞個嘴指住啦。咁而雞嘅背面向西就係兔，換言之，佢係將一條用東西做一條中軸線，將佢反咗180度，將只老鼠反咗嚟向南，就代表佢哋皇帝。咁所以你會睇到我哋就係馬係跪喺度嘅。點解呢？因為當雕刻馬嘅雕刻家知道自己只馬係向北嗰陣時，佢係根據北京明代十三陵通道兩旁所有動物，包括馬在內，都係向北跪跪皇帝嘅。所以因為全人類都知道馬連瞓覺都企喺度噶嘛。咁、同時咧，我哋歷古以嚟有個結構就左青龍右白虎，南豬雀北玄武。傳統中國人老虎一定要向西，所以我哋老虎係同只兔並排向西嘅。咁你再睇下我哋只老虎嘅形態造型，並唔係我哋啲無能嘅導賞員話俾任何人士聽，無論小朋友又好，大學生又好，古代啲老虎有角咁白痴嘅。咁我哋雕刻家雕刻個虎嗰個雕刻家咧，佢係根據周朝《封神榜》啲圖畫嚟雕刻嘅，所以佢係好威猛，而係著咗盔甲。咁並唔係有角，但角都唔會喺背脊啦，係咪？咁同時咧，近啲咧，你睇翻包青天個虎頭鴿就係咁一模一樣噶啦。啊，仲有咧，嗱、你睇下，全人類都知道牛係最勤奮嘅。咁啊，
而家我哋只牛嘅造型咧，個頭部抬起40-45°，右前蹄遞起，係準備跟主人去開工嘅。咁而我哋嗰條蛇就係三合一嘅。咁你睇下佢條尾趌起，就係響尾蛇，因為佢響尾蛇咧就係震動條尾嚟嚇走敵人嘅。咁但係你睇下佢頭部扁平，呢個就係眼鏡蛇。咁係點三合一呢？因為我哋中國江南一帶，特別是南方，都係用大鍋煮飯嘅。咁而不飯嘅器皿咧，就啱啱同呢種眼鏡蛇發嬲嗰陣時個頭部差唔多，所以南方人，特別是江南一帶嘅呢個廣東省一帶，都係叫飯盞頭，所以佢係三合一嘅。咁講到條龍。曾經有人問我條龍是邊個傳代，我就冇呢啲資料，所以就冇辦法提供。點知我曾經帶過一隊咧，其中有一個小妹妹，佢話：敏叔，我睇過一本畫冊係講龍嘅演化。佢話我揾到抄俾你。點知佢真係有做哇！我話好精彩。佢嚟到唔見我就擺咗寫字樓。咁啊有一日佢哋交咗張紙仔俾我，咁我就知道我條龍原來是清代嘅龍嚟嘅。原來佢嗰度講到咧。清代就演化到龍是皇族的象徵，是比較祥和的。咁由鷹爪改成雞爪，因為鷹爪很兇猛，都是殺傷力大；雞爪都是覓食，但係佢要啡開啲泥先至揾到蟲食啊。咁我哋龍的造型呢，原來演化到清代就是皇族的象徵。咁啊，佢由鷹爪改為雞爪。咁亦都用五爪就代表皇族，五爪以外嗰啲就代表平民百姓嘅。咁以前嘅龍係微鹿嘅角，咁都係有殺傷力，所以就改成普通鹿嘅角，仲係保身添啊。咁亦都由一種猛獸嘅鱗改為魚鱗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到呢個咧係四爪嘅龍，係代表平民百姓嘅，好祥和啊。咁至於馬隔離嗰嚿嘢咧，你只係睇佢卷曲嘅角，知道佢係羊，因為佢連方位都變咗噶啦咁原來咧，你同佢垂直地面90°個平面睇過去係算輸嘅羊字嚟噶。咁而最精彩，而兩隊北京嚟嘅大學教授異口同聲。評分評得最高就係即羊隔離嗰嚿嘢啊，即係我啦。轉數佢係馬騮，嗱呢個位置睇係算輸個羊字啦。咁你睇下邊一忽似馬騮？咁唔知大家聽過靈長類呢個名未？靈長類就係歷代中國傳統嘅人、猿、猴、猩猩，為之靈長類，係靈魂個靈啊。這個長短的長，即是長者的長。咁傳統靈長類猩猩的智商是比人高，所以它特意刻頭猩猩出來。有什麼暗喻呢？傳統你的智商比人高，但你始終都是用人手雕琢出來的，誰個智商高呢？有個這樣的暗喻，所以呢就是兩群不同時段嚟嘅北京大學教授異口同聲都係評分評最高嘅呢個雕刻家嚇。咁嗱，我哋呢度就係生肖攝影啦嚇。咁長廊後邊咧就有四個用黑白石春鋪砌嘅旗館，旗壇比翼立。你哋行我哋公園咧，要留意一下，我哋公園好大份量黑白石春嘅鋪地，呢個係做乜嘢呢？我哋公園當年的建築費用超過7500萬，人哋用勞斯萊斯公園嚟形容嘅，因為車中的貴族就係勞斯萊斯，咁即係形容我哋公園係用咗好多建築費。我解釋俾群眾聽，絕大部分嘅金錢係鋪咗落呢啲地，係當年我哋邀請咗110位內地建築工人過嚟幫手，係佢哋心血結晶，真係一粒一粒砌落去嘅。所以你見咗結構唔同嗰啲係俾人破壞咗，後期再填補翻嘅。咁佢哋連石春嘅大細都篩選過㗎。
嗱，咁我哋呢度你都睇到係六角嘅蜂巢，仲係一條黑一條白。點解我哋公園咁多呢啲咧？因為我哋公園係喺地處市中心，因為設計師嘅構思唔希望群眾俾外圍嘅嘢勾走咗，相對地全部走翻入嚟，呢啲叫做壓景手法嚇，所以就咁大量。我以前都同啲導賞員嘅口徑，而家冇乜人講添啦。以前佢哋話有九幅唔同嘅黑白石村鋪地，我做過統計，多佢哋一倍嘅，有19幅唔同嘅。佢哋冇留意到啲黑白石紋嘅走向，有啲係放性。你睇下呢啲全部一個方向平嘅嚇。咁同時你會睇到我哋公園總共有57個呢啲漏窗或者透窗。我以前亦都係同佢哋嘅口徑一樣，話俾人聽係冇一個相同嘅圖案嘅。後期我又 PP 底線編曬號碼，逐隻影曬相，得出嚟嘅答案只得瀑布頂嗰五個同埋轉彎嗰幅牆嗰五個係獨一無二，剩低嗰47個只得12組圖案嘅啫，有啲相同多到6個都有嘅。咁嗱，仲有咧，我哋呢度長廊後邊就係奇壇比翼，咁原來咧。我學生告訴我，這些華披亦都是中國六本旗袍的其中幾個來的，韜略玄機、旁邊呢就是深武殘篇，我懷疑深武殘篇是殘局的旗袍來的。咁咧就仲有咧，嗱呢副對聯係最多群眾認同嘅，點解呢？因為原來係樹人學院個中文老師洪少平先生提嘅，因為佢都好多學生走嚟揾呢副對聯啊，咁其他咧就係話佢不知所謂噶啦。咁我亦都問過嗰啲學生，話你既然而家係洪少平老師啲學生，你同我講佢三變風物靈之三變是點解？我話因為有群眾問我，我唔識解。咁啊，後期出資有個同學就聯絡到阿洪老師，洪老師直接話俾我聽，佢話同歷史變遷係毫無關係。佢問翻我，佢話你以前講以前啦，春節前恒生銀行派嘅兩幅年畫，男嘅係人都知財神，女嘅嗰張就係麻姑獻壽，三變就係麻姑講嘅50年一小變。100年一中變，500年一大變，即係話經過好長時間嘅變遷，同歷史時段一啲關係都冇。咁我了解咗之後，我就可以解俾人聽咯。嚇，係麻姑講出嚟嘅。嚇，嗱，咁你望下嗰嚿似唔似史諾比嗰只狗嚇？帶我去睇啊！帶我去睇啊！嗱，呢度得四個棋盤啫嘛，我哋圖唔知點解整個八個。咁啊！我哋公園所有詞匯我都好中意，但我話俾人聽，我最中意就係唱懷。點解呢？開懷舒暢係最精彩嘅，你做唔到感受一下已經好精彩。依家唔係咯。咁我初頭我唔知呢啲詞匯，原來書法係王羲之，因為我曾經對住水池嗰個又係呢個詞匯。我對住嚟撕咗，曾經有個群眾睇我啲作品，哇！王羲之書法你都撕到出嚟，我話咩王羲之啊？佢唱懷係咪王羲之書法咯？我話唔係喎，先生，我喺寨城公園對住啲垃圾桶嚟撕嘅喎。佢話唔係啊，肯定係王羲之，我自己好開心啦，因為佢咁堅決，即係好似啦。我啱啱諗下，咦唔係喎，我哋有幅照壁係王羲之嘅《蘭亭序》喎。我走去睇下，真係有唱懷兩個字，係唔係走埋一堆嘅？但係係咁寫法嘅。再睇下其他啲詞，好多詞原來真係王羲之書法。嗱，你睇下我條呢句似唔似史諾比？呢個係咯。嗱，咁佢個肚就作住天作之合。我哋公園地圖印咗10多年，係百年好合啊！咁百年好合同天作之合根本係兩回事，都係個合字。唔係天作係得個合字啊！係啦。嗱，咁我哋公園而家咧就剩翻兩棵梅樹，嚇。
呢兩棵係白梅，本來中間嗰堆好碎碎嗰度咧，仲有棵紅梅嘅。我走去問佢點解唔見咗，佢話可能佢哋當佢死咗，我話佢啊死。植物有段時間好似柴枝咁噶嘛。我話咁靚嘅紅梅，好似粒鑽石咁嘅開咗花。咁呢兩棵梅咧就經常有果結嘅，開完花就有果，但係佢俾人摘完之後，第二年就唔會就再有果噶啦。咁嗱，我哋呢副對聯咧又係何先生換走嘅。以前裏面有一句叫做梅花譜，原來梅花譜亦都係六本奇譜嘅其中一個。咁單單丁丁，我哋骨中秘情呢三個字，骨中秘已經係奇譜嘅其中一本啦。嚇！咁我哋呢副對聯咧，明明就係佢死對頭阿謝順佳老師嘅作品。嚇！骨譜同言因其適性，西平對弈妙在而神。點解可以保留到家校呢？我當日抹著粉就抹出個答案，我見好多白色著粉走去廁所濕咗啲紙，揾條紙巾抹一抹，原來書法家係阿何先生個死黨翟士遙先生。而家公園唔係何先生就係、是、翟士遙啦，佢兩個玩曬、啊、死對頭嘅都仲可以保留到，就係、是、因為個書法家係佢嘅死黨。我哋公園所有照壁咁多幅照壁，就最清楚呢幅噶啦，叫做用咗八塊唔同雕刻嘅雲石拼成嘅。嗱，園林嘅照壁咧係象景擋景嘅啫。咁擋乜嘢呢？你聽一睇下，佢背面有間同公園設計格格不入嘅啲，佢係俾園丁等工具嘅工具房啊，或者有啲供電系統嘅電箱啊，就用到照壁擋住佢。啊，點解佢擋呢邊唔擋嗰邊呢？因為嗰邊已經有啲嘢漲一漲㗎啦嚇，我哋唔可以兩邊漲曬㗎嘛。啊，咁啊，頭先我講過呢度有一個松二品嘅水師提督官啊，都係你睇到呢度啲地燈。都係個頂帽，都係軍隊頂帽嚟嘅。啊，頭先你講過提過春夏秋冬係嘛？呢度係春季，對面係冬季咯，種滿唔同品種嘅松樹咯。啊，西北方一條溪水，你睇到一大片紅葉植物，嗰度就係秋景咯。咁我哋有一種植物長年大月都紅嘅咧，就係巴西鐵樹。咁但係真真正正人哋話形容秋天嘅就係紅嘅楓葉。咁當到秋天咧，我哋嗰幾棵紅楓就好靚噶啦，咪好多拍友嚟影噶啦嚇。咁嗱，我哋呢度見到有啲黃石，我曾經跟過城市大學個導師帶啲學生嚟，佢曾經提過俾啲學生聽，佢話呢啲應該係好近火山地帶嘅石，因為佢係有啲好近期嘅化石喺度嘅。咁啊，亦都曾經有一個喺呢度做咗好耐嘅園藝工作嘅高層，佢話：藍敏叔，我喺呢度做咗咁耐，從未行過公園，你帶我行呢個公園，我帶你睇化石，咁就好吻合當年城市大學嗰位導師講過嘅呢啲好近火山地帶雲嚟嘅。我哋出現眼前呢個咧就係北門嘅一個景點，叫做龍城鎮像。佢用一龍一虎嚟斜斜地面向南方，監守住到寨城嘅發展嘅。嗱，我解釋俾群眾聽咧，我以前一路跟啲導賞員點行，都睇唔到、感受唔到虎同龍嘅形態。我有一次咧行到嗰塊石，就跌咗支筆。我胡亂要執支筆，擔高頭一睇，哎呀！唔知係咪設計師專登將嚿石作成尖尖地啊？我哋喺呢個位置睇呢堆，因為好形式化，呢塊石係尖嘅。咁我所以之後話俾群眾聽，我哋如果睇佢任何地方睇啲石峰堆砌，你哋千祈唔好由底下睇，一睇睇上邊嚇龍虎喺曬我眼前，
這個龍頭前面有粒龍珠，有龍爪，那個虎頭有虎爪還有虎尾，那這裡面就很多些近代的化石在這裡。這些很明顯是植物的化石，植物的化石很明顯，很多咁嗰啲咧就係貝類嘅化石。嗱，呢篇文章咧就係舊嘅公園碑記。啊，你睇下，好精簡，好清晰，書法亦都好靚。咁有兩副對聯仲喺翻度嘅嚇。你睇下，眾目思山遠，頭先腰山樓嗰副，仰首明月高。而家換成幽景香浮人跡遠，青樓翠醒水亭閒。有啲群眾聽完導賞員講解嗰條係船嘅景，佢話格格不入。咁我話人哋都識得咁解嚇。咁你夾硬嚟冇得好講啊。咁仲有呢副咧，就係、是、溪塘嗰個啦。閒平信步愛光景，隨時且獨清遊尋勝地。下聯是城寨往日問樹古何處，更散思古發幽情。這位何先生告訴記者，這副對聯開頭四隻字有抄襲毛澤東的詩詞，我說天啊，你想怎換就怎換啦，毛澤東可能都是抄人都可以、那就換了一副、我有個字到家下都不敢讀的，因為他寫的書法和寫出來的楷書根本是兩個字，這個同時那版書法很多群眾都說我兒子的字已經肉酸了，他還肉酸過我兒子的字，為什麼可以掛得出來？我解釋給他們聽，我說不是啊，歐大維先生這個書法家他的書法我都看過的，不過不知道為什麼真的寫得這麼撈教的都掛得出來，還跟個橫批溪塘兩個字格格不入。這本就夠了。我想問，這個就是上次講黑白色的縫，其實都是這縫牆來的，即都是這個，不是南面入來你見到那幅牆，其實都是這個碑來的，都是這個內容咯。哦，OK，只不過大一點而已，即是那個碑面積石質不同，石質不同，這個直接這石到即是內容都是一模一樣的，內容一模一樣的、okay, okay. 但是新那篇就錯漏百出的、這裡就是龍津路、當年這裡就聚集了很多賭檔在這裡、除了光明街之外呢，就是龍津後街前街那裡呢，就是最多那些黃色架布了。為什麼在那裡呢？他們解釋呢，就是因為前面有一欄醫務所超過90個，同時呢就絕大部分是牙醫，所以群眾叫了那段東頭村做牙醫街的，他們就利用這些醫務所做遮擋，就在那裡開設啲黃色架布了，亦都同時方便佢有兩部車由旺角油麻地車接載啲買咗飛入嚟睇真人 show 啲群眾嗰度猴王廟同埋嗰度方便泊車㗎。咁我哋呢度都係六角係咪全部白色㗎。即係啲工人逐粒逐粒砌㗎。係呀、啊。呢度就三同六啦。所以啲清渠工人掀完個渠口唔順翻人啲紋嚟冚咧，就好失真咯嚇、啊！你連呢啲渠蓋都砌翻嘅，佢應該擰翻正佢嘅嚇。嗱、咁我哋呢度咧下邊咁大個平台，前身就係俾軍隊操兵嘅教場啦。咁你都睇到所有啲燈罩都係呢、這個，所以最多燈罩係圓錐形喺呢度。而家亦都可以俾人哋舉行婚禮嘅。我哋前面呢幅照壁咧，就俾阿何先生換咗一幅由左讀右，而仲係超過兩種書法嘅一幅錯體照壁啊！嗱，咁我哋呢度就秋季景區，所以你見到咧，常年大月都紅嘅咧，就係巴西傑樹啦。呢個名字就係出邊嘅龍津石橋啦，
咁背面嗰篇文章就係孫先生寫嘅。咁你都可以睇到咧，我哋罰得好重嘅。啊，嗱呢啲咁七彩嘅嘢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過破壞呢個公園其中一個就係、是外判嘅護衞嘅口啦。樣樣嘢佢都提議啊。咁嗱，而家我哋睇到嗰八幅咁大幅嘅歷史照片咧，佢就係收埋咗，我又係揾到呢個位畫埋圖，叫佢落嚟睇下，就啱啱掛曬喺呢度。我話你前面都叫歷史照片落，呢八張咁精彩歷史照片，點解你收埋啊？卒之就掛曬出嚟啦。啊，罰得好重㗎嚇呢度。啊，呢度叫人唔好放生啦。係啊。嗱，嗰度有篇文章啦，所以一開頭就新安噶啦。翻轉頭。呢度成個就溝嘅兩區，我哋本來呢個水池左右都有兩棵垂柳嘅，又連根拔咗。这个叫溪塘，点解系塘呢？我哋里面嗰张嗰幅建筑嘅设计就系叫做中堂。中国嘅原艺设计咧，用木制件或者间中有啲玻璃嘅都唔同，都系主要系木，系种咗喺地嘅就叫中堂，拎得走就叫屏风，用砖砌嘅叫照壁啊。嗱，點解係擋嗰邊唔擋呢邊咧？因為呢度有堆石峰擋一擋。嗱，我成日嚟到呢頭，我都指指俾啲群眾睇睇。抗日收牧師，抗日收工，呢度好明顯寫明 Arms House 兩個字啦。咁頭先我指嗰度八幅歷史照片，其中有幅就寫明雁氏居留院嘅嚇。咁啊，因為呢堆咧就係、是、可以擋一擋呢度啦，因為個主景喺嗰度，喺嗰度望嘅。遮一遮啊！咦，聽唔到聲嘅。嗱，你而家見到有水流落嚟，就係、是、經過處理消毒咗之後嘅水，啊，由呢個艇底個泵泵翻出嚟啦。嗱，嗰啲咪睡蓮咯，而家唯有喺呢度得翻兩三朵。你會問我呢度都會有龜，但係點解佢仲有睡蓮呢？因為佢仲有啲植物比睡蓮硬嘅，啲龜係邊啲係睡蓮？睇唔嗱，嗰朵黃色嗰朵咪荷花咯。呢啲荷花嚟嘅，睡蓮嚟㗎、啊。荷花係高啲葉高過水面㗎，睡蓮啲葉係喺水面㗎。啊，睡蓮都有幾種啊，有啲一個羅蓋咁成個盤咁㗎。但係佢黐住水面嘅，荷花就離水面嘅，啊，就係俾啲龜食曬。係啦，咁呢度都有龜，但係嗰朵花點解可以存在呢？因為你都見到中間嗰啲高起上嚟嗰啲，仲俾啲睡蓮框硬，啲龜就越硬就越中意咬。咁嗰幅照俾我換成咁樣樣啦。啊啊咁我學生就話俾我聽，咦，三幅都係易經乾卦喎。我話呢個冇寫喎。佢話你冇寫唔緊要㗎，你讀過易經都知道畫要在冤四個字就係易經嘅乾卦。我喺度諗諗下，點解佢唔寫？我突然間諗到，我話咁乾卦對乾門有冇問題？佢話好大問題，係相沖嘅。呢位何先生做咗一個掩耳盜鈴，佢以為佢唔寫人就唔知道。我哋對住就係乾門。嗰、那個出邊嗰個，出邊嗰個就係鉛啊！原來係有咁嘅用意。依個亭有冇嘢？玉堂亭啊？係咯，就紀念張玉堂將軍嘅咯。嚇、啊！咁啊嗱，我哋園林嘅亭台廊榭嘅軒呢啲點分咧？亭就簡單，幾條柱撐住個頂就叫亭。如果有兩埲牆。就叫軒，係啲讀書人喺度休息起居嘅。咁喺水邊許向水面嘅就叫榭。點解個榭就係木字邊呢？因為最早期呢種建築係用木同竹結構，後期先改咗磚石嘅啫。
咁誒呢個有曬四埲牆嗰啲就叫屋咯嚇。咁啊廊咧就分兩類，單廊同埋複廊。嗱唔好係雙廊，好多導賞員話俾人聽，單就係雙，唔係雙係複，係重複個複。我哋呢邊呢條咧就係單向單梁。點解呢？佢係單廊，但係有幅牆擋住，亦都有樓窗俾你做框景嘅。頭先十二生肖嗰邊條長廊就係雙向嘅單廊。咁福廊係咩呢？喺條長廊中間有幅牆分隔，等你獨立欣賞兩邊嘅風景，但係都有啲樓窗俾你做框景嘅。我哋呢度轉落去嗰條，即係瀑布頂嗰段就係福廊啦。咁啊，呢啲係雙向嘅單廊咯。呢度又係三重複嘅結構啦，因為嗰度難住係復式維修緊。咁嗱，我哋呢度前面呢塊石頭咧，有首詩。原來呢首詩嘅真跡就喺澳門嘅媽祖媽個廟後邊個摩崖石刻嗰度啫，係張學堂將軍用手指寫嘅書法。咁我解釋俾群眾聽咧，我諗張學堂將軍好好中意觀音嘅。佢除咗開頭兩句係讚美澳門媽個廟之外咧，直落四句都係讚美觀音嘅。到到結尾兩句先至係佢自己嘅抱負嘅啫。何須預先睹覓蓬萊，海角先現虎煞開，就係形容澳門同埋媽個廟。啊，奇石玉浮豪鏡去，所以澳門叫豪江啊。慈雲常涌後凡來，蓮花擁座成金露，榕樹盤崖蔭玉台。接落呢四句就係形容觀音嘅嚇。咁啊，緊向名山翻妙筆，淋漓判墨破蒼台，係呢個張學堂將軍嘅自己嘅感受。原來係張學堂將軍嘅史書啊。咁嗱，我哋呢度就係呢堆石峰咧，我哋。地圖從來未印過的，我跟他們講，我說這四個這幾個神職人員對寨城平民百姓的貢獻這麼深這麼遠、啊、如果你是沒有偉倫兄弟的呢，你就這堆石峰有他啦，但是孟走孟走塊牌，如果真的有的麻煩印在地圖啦、啊、這個呢我哋呢個係前門啦、啊，咁、啊、原來謝老師話俾我聽咧，即係歷代嘅城同埋寨咧，最高點係逃生點，所以前門就係逃生點。個個城門上曬咗都好，呢度肯定揾到鎖匙開唔出嘅，所以逃生就有前門，亦都係成個城嘅最高一點。但是呢有一個字呢，香港的人是因定俗約定俗成的錯誤。你知不知道乾字怎麼寫？我這麼久以來見過三間乾洗公司是寫對的乾字，全部都用個乾字就做兩個字的了。這個乾字就是十約十，但是乾字是十約乾，在這裡有一畫的，一畫短一畫長一棟，所以簡筆字的乾字是一短一長一棟，就是這個位置、啊、OK。 我們那邊就是東頭村道、啊啊、你都看到這裡的指示牌呢，洗手間它是開這個門口，看到這些群眾過去、啊、這個門口呢就六點鐘就關了。呢塊牌都係我後期叫佢改翻正啲內容，因為有啲群眾話呢個公園收六點，我話唔係啊，佢話啲門口塊牌寫明，我走嚟睇睇，咁咪誤導咯。我叫佢加多句，請由其他門口進入大城。
因為你寫明山綠點，人哋以為公園山綠點就係呢個公園山綠點啫。嗱，後期呢啲先至加高呢啲一環環，呢度好跣啊！啊，呢度咧就係、是、西城路啊，就係、是、以前寨城嘅西城路。呢度春節期間節後好靚，全部係茶花嚟噶。咁啊，你睇呢啲樓窗幾精彩！而家維修緊，啲群眾可以打到爛成咁都得嘅。嗱，嗰度成幅冇咗啦嚇。咁我哋公園咧就成個公園外圍都有條咁靚嘅路俾人行嘅，所以咧，何先生嗰篇公園碑記，佢話我哋公園有通道俾輪椅人士使用。本來啲傷殘人士話都接受噶啦，我哋真係用輪椅啊，仲多謝佢整條通道俾我哋用。點知佢愛丟書包就丟出禍，喺下面整個相見同遊，咁人哋就扯火，認為你前面嗰句説話係廢話，得罪人啊！你知啦，佢哋去評議委員會投訴過，香港地就係官官相衛，不了了之啊！八個四五個，咁有啲咧就黑白互換，佢呢啲黑色係放射型嘅嚇。食飯未啊？係，食飯。嗱，咁我頭先講咧，係呢度一嗱呢五個，呢度呢五個，同埋呢邊呢五個係獨一無二嘅啫，全部都哇啊哇裂咗啊！裂咗喎，個地下滑咗啊！好，想試佢要洗。哦，同我沖涼。好，唔該。嗱，你會睇到點解我哋個瀑布好似水壩咁搞笑嘅咧？原來嗰陣設計嗰陣時，佢本來有啲太湖石困住喺度嘅，佢驚危險，話會甩落去。嗱，嗰篇咧就係林阿黃羲之嘅《蘭亭序》啦。咁仲有一樣你睇睇，我哋呢只蕉叫女人蕉，一把扇咁散得好靚。我哋呢度有問題嗰啲花，將佢斬到洞喺度，仲少過喺度嘅。啲人刻意喺度龜背度畫啲特別嘅嘢，就而家大隻成咁樣嘅。好多啊，細龜，乜嘢龜種都有。我曾經發現點解有條錦鯉圍住一堆皮蛋缸嚟轉嘅咧？終於見到蟲聲插落其中一個皮蛋缸，睇住就有好多丁隻龜仔飄出嚟。原來佢發覺裏面有龜蛋。哦、我問過養魚嗰啲，原來啲錦鯉係中意食蛋嘅。呢五個係做一模一樣嘅。咁嗱，我哋艇裏邊嗰嚿嘢咧就係錯體嘅嚇，呢嚿嘢叫做軒元聖鬼，來頭相當大，係陝西省省長送落嚟嘅國寶級禮物。當年擺呢個位置嗰陣時候，我同個場地主人講，我話你擺呢度人都唔多啩，就黑掹掹，俾人融咗都未知啦。原來人哋拎埋啲書嚟對質假嘅，唔怪得咁多嚟到香港冇人肯收，係佢當寶咁立咗。人哋話呢嚿嘢體積冇咁大，同時係皇帝送俾有功嘅臣子裝谷物祭天嘅器皿。逢親祭天嘅器皿唔會有圖文俾上天睇到，即係話俾人聽有圖文都係喺器皿裏面。同時仲有一段講到，就係佢係北方嘅器皿，點解有南方嘅龜紋圖案喺度？仲有咧，呢副對聯本身係形容啟德機場飛機升降嘅，何先生話機場搬走咗，呢副對聯唔啱用。
鑑生位咗就自己霸咗呢個位，自己起咗葡萄園喺度啊。咁啊，同時而家水太滿，你睇唔到八個橫噴口將啲水噴出嚟，加強個水面嘅動態嘅。咁瀑布有啦嚇，佢冇開係咪？今日係啲水冚咗啊，應該啊嚇。應該冚咗啊！聽日你落去會睇到。好啊，因為香港政府好搞笑，有水嘅地方就係0.7，就一定要有水房，所以好膽。安全起見啊嘛佢。但係起唔到任何東西咧。嗱，咁我哋嗰個場地頭先都提過，係可以租俾人舉行婚禮嘅。點解而家咁搞笑呢？成咗華病。那堆組合屋呢，本來是當年因為很久以前這裡有個茶與文化藝術大對比的，是葉慧文教授主理的，這裡有14檔銷售傳統的中國工藝品的，那個就有露天茶檔，室內茶檔就在衙門白色那間屋裡面的，後期就給這個不知所謂的場地主管，即係 A1 阿吳小姐，就逼到佢自動提早結業，因為佢要佢呢度收檔，將啲台台凳凳拎翻去廁所嗰邊淋。你話幾遠水路，鐵都難啦，何況係石春路。咁阿葉教授啲義工就真係賺個飯盒嘅啫，嚇。咁就拉尾就學同阿何志平商量，就在這裡搞了一間組合屋給他臨台凳，就省回很遠水路。後期結束了這個茶檔之後，這裡就可以租給人舉行婚禮，順理成章他就做了新娘房。這個結構是什麼時候呢？是這裡第二次租給一個外國婚禮的時候，外國人不識，他說你中國人最喜歡紅色，你就跟我弄多點紅吧。之後這個白痴場地主管吳小姐就認為靚，就叫人哋唔好搣走啲 label， 而家就多咗個話病叫火柴盒，因為只有雙喜火柴盒先至係紅底黃字，咁全人類華人嘅婚嫁都係紅雙喜，點會黃雙喜嘅咧？我仲帶群眾埋去睇睇嗰個圖案，個龍鳳圖案，我話如果純傳統中國人肯定受唔起，嗰條龍係五爪龍嚟嘅嚇。咁我成日提點佢哋搣走啲 label 啦，還原翻佢啦。你一係整過第啲嘢好肉酸啊！咁嗱，呢個就係軒。咁裏邊嗰副隊就肯定唔合規格嘅，因為城大有位教中文系嘅老師，佢話夾硬都得，但係佢好牽強，將兩副隊員夾硬拼成一副。我又係抹著粉抹出咗答案，書法家擲線型應該。咁呢條就叫歷史照片長廊啦，啊！咁仲有咧，我哋日日4點就有群婆婆啲居民喺度唞涼，但係佢哋好冇品。我話過，但係佢話唔關我事。咁事實上係我又冇唔喺呢度職員，又冇咩。講下佢哋點樣冇品法啦？佢哋咧將遮啊手袋全部掛曬喺我哋啲木幕罩，一來好肉酸，二來會整爛呢啲嘢。咁同時咧，啲外國遊客咧，咁睇完呢度就順便去噶啦嘛。佢就唔做手勢，又唔讓開俾人過，就等人哋行翻轉頭啊呢邊過。呢個真係點講都唔通。我話俾上佢哋聽，佢哋淨係為原嚟話過之後，佢就閃一閃，之後又若無其事坐喺度。係咩咩嘢？公園係人人都可以用嘅。係咩人嚟㗎？呢班係。呢度啲居民咯，哦，附近居民。係啊，嗱，好似呢啲八幅歷史照片，佢咁精彩可以收埋啊嚇！嗱，呢度好清楚寫住限時居留園，啊 ，M's House 啊，好啦，嗱，嗰幅你睇下幾肉酸嘅照片，係咪好肉酸？剛才你們都看到個龍南謝的水池有塊牌是罰得很重的，但是很可恨呢，這幅新的公園碑記居然間跟我們寫了個魚池龜池下來，還連結尾連年份都沒有的。這幅這麼精彩的文章
是由头错到尾的，就希望啲游客自己亲身嚟感受下啦。多谢晒。嗱，咁我哋以前呢副对联咧，系闲庭信步爱光景随时，且俗称游寻胜地。城寨往日问树古何处，更煞知古发幽情。你估佢讲乜嘢咧？佢话开头四个字闲庭信步，有抄就毛泽东诗词。我话咁你想换就换啦，吓、啊、毛泽东或者都系抄人都唔定咩？睇下佢換呢一副對聯，呢位書法家歐大維先生，我睇過佢書法，但係好似有啲遊客或者我個仔寫啲字仲好過佢，唔知點解整版咁嘅書法喺度。你再睇又阿謝老師個橫批溪塘兩個字，原來我哋謝順佳老師嘅師承係米費，係一位中國嘅書法家，可以夾硬整到呢副對聯咁樣樣。啊、你話呢啲係係咪文人相欺咧？呢度好明顯寫明 M's House 兩隻英文字。衙門門頂嗰行咧，就係、是、因為個中國人石像佢唔識英文，夾硬將兩個字拼成一串，但係導賞員係照嗰串字喺英文字典嘅中文解釋話俾群眾聽。我曾經寫過信問處長㗎啦。我如果呢串字 M's 連 M's House 連埋一齊，係唔符合聖公會當年用咗衙門嘅用途？你去點影嘢 M's House 先 ？M's House， 我哋樓下有張歷史照片，好精彩寫明五個中文字：晏氏居留院係當年負責發放救濟物資嘅傳教士個姓，做呢間屋個名，佢姓晏氏，晏氏居留院呢幅石封。就看得清清楚楚。本来我们这里是秋天的景色，到处都是红叶植物，就是因为早期那个无什么植物意识形态的、场地主管，他夹硬换走了这么精彩的红叶，换了这只下来，当年的花王都不敢动。但后期他走来看，问他为什么不开工，佢話：吳小姐，呢只嘢種咗落地，啲葉唔係紅色嘅喎，即係好大包刮過去啦。即係內地一句外行領導內行，真係好凄慘嘅，毀咗個咁靚嘅景啊！我哋呢度真係紅葉景色嚟啊，秋季景區嘛。嗱，呢篇文章咧係當年有位督學官，類似而家教育局長嘅官員。圣贤明斌，他当年在龙津码头，即是旧启德机场的候机大楼阻紧的、啊、就写了一篇历史记叙文。这篇记叙文呢，我们公园就重刻在这块石碑上，但是你看看时至今日根本就看不到字，它不是古迹，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填一些色上去，你刻得在这里是希望给遊客知道。同時有樣嘢咧，好多人唔知嘅，佢哋睇到下邊嗰塊龍津二學嘅石額刻住新安縣，人人都知道而家保安縣，
點解係新安呢？咁同時呢度仲係做證明，一開頭就係新安啦。新安係曾經做過一段唔短歷史時段嘅元領嘅，深圳拉埋香港都幾時改呢？就係、是、民國政府成立初期，驚河同河南省嘅新安縣撈亂，所以改翻保安，一路用到而家嘅。嗱、啊，咁精彩嘅一篇文章，點解唔填翻清楚佢？啊，仲好搞笑嘅，呢塊石不如洗一卷唔洗一卷。啊，嗱、啊、呢位陳文傑先生咧，就早兩年過咗身啦，係一位書法家，好精彩啊！呢幾隻字，呢幾隻字係點嚟呢？就係、是、設計師阿、啊、謝順嘉老師叫石匠將喺舊啟德機場而家出土咗重埋嘅龍津石橋四個字刻喺度，因為我哋呢度有一條石橋嚇、啊，但係係拱嘅石橋，寓意都係寨城嘅嘢嚇嗱。呢張相咧就係、是、我而家企緊呢個斜坡拉埋出邊嘅五分之一嘅平台。是有一個官衙在這裡，這個官衙是張唐將軍的副將，後面的五分之四當年是給軍隊操兵的教場來的，現在這個場地可以租給市民舉行婚禮，但是你看到相中這麼多炮呢，這些是英軍進駐了之後的了，這些全部是英國軍隊的炮，中國軍隊的炮呢全部不是這樣的，是比較危險的前膛炮。我哋呢個平台之前咧有兩壇花壇喺度嘅，睇先，係啦，呢個位置，呢度六個，嗰度六個，六三十六，呢個正方形，有壇花壇。另外呢邊啊，呢度你離遠都睇到唔同顏色噶啦，呢度六個。呢度六六三十六啊，有兩壇花壇，但係咧好可惜，有群烏合之眾，我叫佢做烏合之眾，因為呢十零個群眾朝頭早喺度做神運，就驚太陽曬，哇八九點鐘嘅太陽曬咩嘢啫？佢就要利用呢個艇竹筒軒擋住咁靚嘅朝頭早嘅神光。嫌呢兩堆嘢阻住佢唔夠位置做神運，佢居然間跳過康文署，封信直接寫去建築署，原來後期先知道原來去咗建築署冇得掹噶啦。我當日連民建聯我都鬧埋，我話唔該你徵求下群眾意見，人哋喺度舉行婚禮嘅都冇嫌呢兩盆花壇阻住佢做嘢，點解你聲都唔聲就拆咗佢？我話你哋知唔知設計師有意圖喺度嘅？雖然是跟迷信是摒除了關係的設計，因為寨城所有的建築物都是南北走，單單丁丁我們竹筒軒是東西，所以設計師的含意用青龍白虎鎮回住個竹筒軒的，你聲都不聲就拆走了，真是很可惜。大家看看我手拎著這張相，就是這幅照壁的前身，好好地的一首詩，好了星星雲裡唱，南風雜雜拼圖音，新枝對著一壺酒，舊雨香茗細細斟。呢度刻住首詩嘅作者係韋優先生，但係問都唔問剷走佢，就係、是、擺明係唔妥啊！謝順嘉老師，因為書法係謝老師，我哋謝老師咁大隻字都驚群眾睇唔清楚，所以都填咗綠色。我呢張影唔得好多綠色啫，但係換咗篇。好多人都話佢核突，而核突之中係好離譜嘅，由左讀右嘅。我哋中國文學冇可能由左讀右，因為我哋全公院係唯一由左讀右嘅一篇。同時嗱，有樣嘢咧，技工唔講，我哋冇人知。原來我哋中國傳統呢啲照壁咧，唔可以超過兩種以上嘅書法。有甲骨文，你識唔識得呢個係乜嘢字？你識唔識得呢個乜嘢字？你又識唔識得呢個乜嘢字？哇！原來呢啲佢哋係話甲骨文啊！呢、這個係睇見個見字，
我只是看它是一隻眼，原來這個不是個頭字，是個首字，首領的首，更加不識這個是吉祥的吉字，還有行書，變成三種文字，是不可能發生的，這麼大的印章居然間是就這樣在石面作出去，破壞了所有中國傳統的照壁的結構，我們石印章是刻落個章石挖個窿藏落去嘅，因為本身石面是黑掹掹的，作出嚟白的，呢度長年大雨咧，落親雨，無論細雨大雨，都一大氹水。佢哋係都唔聽我講，個地台下陷咗先至會窩咗落去養水嘅啫。佢哋就成日凍咗個雪糕桶喺度，今日好天先拎走個雪糕桶。長年大雨一汪水。咁呢啲係下陷，嗱冇計，因為個地台下陷咧，就係因為我哋公園嘅前身寨城嗰陣時拆咗啲大廈，就拎走曬啲大舊嘅嘢咧，就開始堆土嚟起嘅，咁種嘢上去咁樣做起建築，咁多年以嚟成座白鶴山嘅地台根本咧陸陸續續下陷，特別是係寨城，因為佢係堆土嚟起噶嘛。咁地下水同雨水嘅沖濕下陷咗唔係問題，但係你要去處理佢咯，因為成個平台同時咧，我哋呢度得四個渠口，一落雨全部塞曬嘅，佢去水根本去唔切啊！我哋未同設計師講之前咧，我哋都已經判定太湖石峰係觀賞嘅石峰，冇可能夾硬搭啲嚟種啲植物上去。居然間，我哋啲無能嘅花植物管理者，居然間就恃住自己有靠山，因為有個經理護住佢。夾硬將啲蘭花種咗上去，嗱種唔曬啦，定係種咗喺下邊嚇。嗱呢棵啊就嚟死啦。咁我哋前邊就仲有喎。咁左輪總設計師謝順佳老師嚟睇到，都話係唔應該，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太湖石峰本身係觀賞石峰，係俾人欣賞佢啲皺頭流臭嗰啲。嗰啲洞嘅紋理噶，並唔係正種啲植物上去。設計師謝老師話：只有苔藓類植物係可以容許嘅啫，其他就冇可能種上去噶。佢話：就算下邊呢啲生長得高，擋住佢都係唔啱。所以呢啲佢強詞奪理，我講咗好多次，佢居然屈間都仲話有佢嘅。等佢自行毀滅，咁我哋做遊客市民嘅冇理由擒上去拎走佢啊！咁你話係咪好肉酸？連小朋友都識得同爹哋講點解可以種啲植物，就係咁簡單。呢啲係得證啦。之前我同佢講極，佢都話要斟酌啲字眼。我話使乜斟酌字眼啫？你而家保育緊佢。你做緊好事嘛？點知佢整塊咧就埋到嚟都睇唔到有字咁細隻。點知早輪我同其中一個職員講，佢話好，我整一幅，終於就清清楚楚有字。冇嘢，你話我哋保育緊佢，有乜問題打呢個電話，清清楚楚啦。嗱，呢個又係得證。你見唔見到嗰塊銅牌冇咗啦？我鬧咗好多年㗎啦，原來聽佢哋講。這個古物古蹟辦事處都批了，因為這些矮牆不是古蹟，示意公園將這塊牌移過去那邊的，一路都沒有做，終於最近做了因為很多群眾踎低看完企翻起身望落去都是一句說話，沒什麼看，因為這裡背面來的，所以移了過去那邊了。現在這個就是得證之中得證，早幾天我發覺它高低級都好犀利，落差成兩寸，我即刻同裏邊講，
佢收工噶啦，佢都翻转头抹低咗佢，就搞到而家挖咗啲凸起嘅就填翻平佢啦吓。呢度我已经又系闹咗好多年，初头咧就得条罅啫。後期咧，連筷子都可以插落去一拍就飛走噶啦！你話幾犀？點知仲係一個 U 字形？我同佢哋講，我話好危險，分分鐘啲群眾睇到落曬形，連磚連人就跌落去噶啦！而家整翻好啦，呢德政德政就要讚咯！我話群眾對眼，群眾係信對眼啫，唔會信對耳嘅嚇。你話俾我聽做咗乜嘢？我嚇嗱。呢塊牌以前就喺呢個框框嘅西北角嗰度，因為好多群眾都踎低企睇完之後起翻身都話冇嘢睇，呢度槍仔喺度，起碼唔會有呢句説話講，佢清清楚楚睇到嘢。而設計師都將南門懷古四個字鑲喺北邊埲牆，就係叫我哋喺南邊呢幅牆睇。同時我唔明白，我哋好多導賞員都係帶啲群眾去到呢段嘅中段，企喺度講一輪。如果講俗啲，抌波鐘，點解唔照設計師意圖一次過喺呢度講，喺嗰度講一大輪，又係翻翻嚟呢度再講啊？啲德政我哋一定要讚啊！呢度啲水咧，同時咧，我成日同佢哋講，我哋衙門咧，呢、這個向東這邊呢邊咧個屋脊係耷，個屋角係耷咗落嚟嘅。就係呢度嘅地台係太斜，啲水就成日喺呢度湧落，落親雨就係咁樣去，呢度就好似瀑布咁樣。我同佢哋講，我話你攔幾條沙袋，將啲水改變方向去咗嗰度，起碼你入十分一好過入廢100%啊，係咪？同時咧。啲水係咁瀉咧，啲群眾就冇得行噶啦，就係咁。嗯，你呢啲都耷曬落去嘅，你截一截佢，啲水會改方向噶嘛。你同時幾條綠色嘅沙袋，人哋實眼見咯。